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始。下一位第一位专家学者是黄慧珍导演哈。那因为林静怡委员他等一下急着离开，我们是不是请林静怡委员先发言？好，谢谢主席哦。我还是要说之前。在提到公听会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各方的论战可能会伤害了一些人。好，那还好，我们也感谢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尽量的心平静气，把自己所认知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好，那今天我这边要谈一个事情，就是说婚姻在国家的立场里面，到底是生活方式还是制度？如果婚姻在这个国家的认定是用生活方式来看待。那么所有跟婚姻存废有关有无来作为关系的有无分配的可否医疗决策或者是顺序跟权限可否都应该要删除啊，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制度，它就有这个制度所赋予的权利。如果它只是婚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它就有个人的选择权，但是它在台湾的位阶就不应该这么高哦。那我们没有生活方式这个部分，我们有人选择吃素，我们有人选择每个礼拜运动三天，有人选择晚上十点之前睡觉，这个都是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没有让他对于他的权益有所差别。那所以回过头来，婚姻应该是一种制度，而不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那如果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谁或者是什么原因可以来决定这个国家有什么权限来剥夺谁进入这个制度的权限？我们在所有的民法规范或者是相关规范里面，并没有规范的是谁无权或谁有权进入这个制度。那如果说我们确保，因为婚姻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它牵涉到许多分配、许多关系的认定、许多包含签署契约等等的影响，那这个国家你要去限制谁不能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要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说谁的资格可以纳入，谁的资格必须排除。那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婚姻制度，我们没有规定谁跟谁的年龄差距多少以上不能结婚。我们没有规定什么样子的疾病的人不能结婚，我们没有规定负债多少以上的人没有办法养家，我们不让他结婚。我们没有规定说这两个人他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就不让他结婚。我们也没有规定，甚至我们还祝福我们有一些安宁病房的病患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在这个世界剩没有几个月，我们还祝福他们的婚姻。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日子没有很久，我不让你结婚。我们甚至没有禁止杀人、诈骗、暴力记录的人结婚。我们甚至也知道有一些婚姻，他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异国的人，可是他要结婚，我们也尊重他结婚，我们也没有说他不可以结婚。我们也甚至知道有一些人，他结婚的理由可能是只是为了互相照顾，甚至他可能有一些保险金的问题或者是退休金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说他这样不可以结婚。我们也没有说他不生育或者是这两个人未来不会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就不让他结婚。所以我们这样讲了一串，我们会发现在台湾论证结婚是一个国家认可的制度，而且国家给予相关条件权利规范的这个制度，我们现在唯一不让他有这个权利的只有生理性别的组合或者是生殖器的组合。只有我们，难道我们这个国家认定的就是只有阴道跟阴茎的生殖器组合才是这个国家结婚制度可以建立的一切根本吗？那所有的人，我们在祝福别人的婚姻的时候，我们祝福人家都说这两个人要结婚了，因为他们承诺彼此照顾。我们都说他们是生死与共，我们都说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现在反对人家结婚的这一些人，你们在祝福别人结婚的时候，我们祝福所有结婚的人说你是两个人要承诺照顾一生，两个人要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什么现在在阻止结婚的人拿的都是人家的姓跟是不是有后代来做阻止，拿的是谁的他的姓的特性或者他未来会不会生小孩来做阻止？婚姻里面的人并不见得就有姓，而婚姻外的人不见得没有姓哦，这是现代的现况。我们也晓得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因为避孕的技术，所以性也不一定跟生小孩有关。如果大家要回到说你不能违反自然，那现在在场可能都是平均八个以上的孩子哦。
那人工生殖 的技术也让我们知道说，没有性也可能有血缘的下一代，或者有下一代的家庭不见得他们彼此之间是有血缘的。所以我们很清楚，所有结婚的程序里面可能有父母，可能有亲友，有户政事务所，从来都没有妇产科医师去认定说你可不可以结婚啊。那我们都知道性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阻止人家去结婚，阻止同性婚姻的人，对他来说，性的选择是评断这个人或评断这一对伴侣的一切。所以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为什么对于某一些反对别人、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对你们来说，生殖器的组合、性行为或者是性伴侣的组合这么重要吗？而且那个还不是你的性伴侣，也不是你的性行为啊。我最后要讲哦，让别人不能进到这个体制，并不会影响你的权益。让这些同性的伴侣可以成为进入婚姻这个体制，也不会，你不让他们进入这个体制，也不会增加现在在婚姻制度的这些人的利益。所以今天同性恋的伴侣、同性恋的朋友们，他们在争取的不是一个特权，他们只是人生里面要有一个跟大家一样的选择而已。我们站在国家认定婚姻制度有其特殊性的立场，除非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某些生殖器的组合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常规，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道理不让同性恋的朋友结婚，不让同性恋朋友进入这个制度。我真的要再一次强调，所有的爱，所有愿意相伴的所有的伴侣都应该被祝福。国家没有权利因为性别或者是我们讲的性向的任何的不同而去限制这些人的权益。谢谢。谢谢。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哈，刚刚到现场的焦安甫小姐哈，她是知名的创作女歌手。那另外就是李烨，我们的电影监制哈。那下一位，因为李烨电影监制呢，他急着等一下马上要离开，所以我们是不是让李烨好先发言？不好意思，在座这么多人，我晚到还要先讲，真的很不好意思。其实今天来我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只是表达一个立场，那一个异性恋的立场。我第一次认识同性恋的朋友是大概我在21岁的时候，所以讲起来年纪是，我想跟在座很多人相比较，我可能算是比较早接触的。那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当然你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觉。我想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同性的朋友是一样的，就是怎么会有人，不是应该就是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吗？为什么会是有人是男生喜欢男生，女生喜欢女生？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接触到的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跟我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会爱，也会恨，也会笑，也会哭，有好看的，有难看的，有讨人厌的，有讨人喜欢的，有笨的，有聪明的。所以对于最近这些纷争，我其实一直看不太懂，我真的不懂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来。就是如果他们跟我们一样，那他想结婚，你为什么不让他结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都管不了了，何况是两个相爱的人。有很多人提出了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说法，他们都很恐慌，我也不了解那个恐慌来自哪里。如果你真的那么恐慌，地球要灭绝，人类要灭绝，会让地球灭绝，让人类灭绝的，不会是同志吗？会让地球灭绝，让人类灭绝的，是我们，是人类，我们在座的每一份子。
如果有一天地球灭绝了，人类灭绝了，我们都有责任。外面有那么多的事情该做，台湾有那么多事情该处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精神放在那些真的该去注意该去处理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去管两个相爱的人人家要不要结婚。再又说回来，坦白讲，异性恋结婚是很普遍很正常，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的结婚可以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我的同志朋友们，他们连跟他相爱的人在一起，他都是胆战心惊的，因为他们不敢跟父母讲，不敢让家人知道，他们是不被祝福的。我们祝福相爱的人有错吗？如果我们基于爱，不管你是反对的或是赞成的，因为我知道反对的人他们也是以爱做前提，如果基于爱，他们也没有伤害你，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我今天在这里，我也不是学者，我也不是专家，我没有办法去讲出很多的大道理，我也不想讲大道理，我只想就人的基本面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相爱，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结婚？而且就是因为他们结婚这么样的困难，大家要知道，就算同婚法通过了，很多同志还是没有办法结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得不到家庭的认可，那是多悲哀的一件事情。我想结婚，我得不到家庭的认可，所以我没有办法结婚，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所以同婚法如果通过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比某一些异性恋的族群更在意他们的婚姻，更珍惜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条路跟那个婚姻得来的有多么多么的困难。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他们也是纳税的，他们纳了税金，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呢？他们纳了税金，他们就应该跟我们一样，我们有的他们都该有，因为他们本来就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是帮我的兄弟姐妹们发声，争取帮他们争取他们应该要有的权益。虽然我知道我一个人的说话力量很薄弱，我也只能说这一些，但是我在这里真的拜托大家，拜托那些反对的人，请你们把心打开，用心来思考这件事情，用心去思考，如果今天你是那个同志，如果今天你的家庭里面有这么一个同志，他渴望结婚，渴望成立一个自己的家，而不能得到，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谢谢大家。谢谢李练这个电影监制哈，然后在百忙中过来。那下一位我们就请那个段宜康委员哈。主席、各位同仁，那么各位列席的代表，我简短的跟我们所有的列席的代表做一点建议哦。我没有，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开口就说我也有同性恋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里面也有是同志哦。我没有多少同志的朋友，但是这个就让我觉得最悲哀的地方。我相信在我的朋友里面一定有同性恋，
或者即便以最保守的比例估计，立法院的立委113位里面，常态分布一定会有同性恋。可是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自己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同事，如果他是同志，他不敢承认。我当然也知道，即便民法修正通过之后，这个社会对于同性恋仍然会有歧视。但是这难道不是我们口口声声跟大家讲，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有爱，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平等的，难道不是一个希望共同努力的方向吗？我希望所有的讨论，无论你是赞成或者反对，我们至少要做到一点，我们讲道理，我们不能做事谣言重伤。我强调一次，谣言重伤。这段时间无论在网络上面或者在社群的各种社交平台上面所传递的，有多少根本传递的人自己知道不是事实，伤害了多少人的感情。在讨论的过程里面，这些恶意的重伤让这个社会愈加的对立。其实从两次公听会我也听到了类似的暗示跟发言，真是让人伤心。你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你可以有不同的主张，但是至少我们要有勇气，即便这个重伤跟谣言，那个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就这个议题跟我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也必须要勇敢的制止。我们不能利用这个谣言跟重伤的结果让支持我方的意见大增，然后坐享那个成果。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宗教会容许用谣言跟重伤来捍卫自己相信的真理。我也期待所有勇敢站出来的声音可以共同的去制止这种我们自己都知道，在场有大学教授，在场有宗教领袖，在场有专业的医生，在场有众所瞩目的公众人物，无论我们支持哪一个立场，我们希望在立法院的公听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共同发出声音，要求这个社会能够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尊重每一种声音，但是有一种声音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不是事实，然后恶意的扭曲，告诉大家说，如果同性婚姻合法之后，以后男生就可以进入女生厕所；如果同性婚姻合法之后，以后就会有人受教；如果同性婚姻合法之后，阿公就可以娶自己的孙女。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证据在哪里？这个有任何的推演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讲法，但是我们有没有发出声音跟大家讲说，不要再这样讲了，这个不是事实。即便你反对同性婚姻，即便你对同性恋有不同的看法，你不认为他是正常的，你不认为他跟我们一样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我都尊重你。但是作为一个我们口口声声讲，我们是一个讲道理的社会，我们在这边发言的时候，我们至少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不要让谣言重伤跟抹黑伤害了理性讨论的可能，不要让谣言抹黑跟重伤让这个社会有不必要的撕裂。谢谢。好，谢谢段委员。好，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的呼吁，就是请大家发言的时候，好，真的是不要用谣言、好重伤还有抹黑。那也请大家能够制止自己的团体。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黄慧珍导演。喂喂喂。好，各位好，我是黄慧珍，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影像工作者，然后
好像好像都很流行要讲我是几个小孩的妈哈，我现在也是一个在学习怎么当家长的妈妈这样。然后我想我今天之所以会在这边，应该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女同志生养照顾大的小孩。那我不是什么法学或者是性别这些研究的专家，我就只能就我自己是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公民来讲一讲，到底法律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子的普通人的影响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所谓人类文明应该是建立在我们懂得要随着时间流转，然后去看到我们过去的不足，然后做出调整跟修正。那我觉得这次要修改这个民法，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一部在民国十九年订的法规，那个时候都还日治时期，就那个时候要当政府的要员都还是必须是日本人。那现在眼前台湾已经是一个女性可以参选总统了，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法规是不是要修改，我觉得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反对方很担心修改民法972条会造成所谓婚姻跟家庭价值的崩毁。那如果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什么是婚姻跟家。婚姻不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要以共同永久生活为前提去合意订的契约吗？那如果比较美化来讲，你也可以说那个叫做承诺啦齁。那婚姻成为法规，它要保障的绝对不是相爱这件事情。如果爱能够用法规保障，我们这个社会也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了。所以婚姻成为法规，它要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很现实的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那些生活的权益。所以进入婚姻制度的两个人，他们可以互相照顾，互相的协助。然后两个人结婚之后，可能会生育下一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要生小孩的。然后所以两个人可能就扩张成更大的单位，把原本独立的个人变成以家为单位，对我们来讲，对我们那个已经很习惯的资本主义来讲，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因为我们就累积个人财产嘛，然后继承嘛，然后这对于所谓国家机械管理也比较有利。所以我们已经非常的习惯，然后也很推崇这样的制度，因为我们认为进入婚姻可以得到国家的保障，然后社会也可以运作得更顺利。所以如果婚姻是这样一套制度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排除两个并没有违反其他什么法规规定的人要进入婚姻，只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同样性别？而且现在法条因为只有异性恋能结婚嘛，有多少不能现身的同志，他因为没有选择，因为要服从那个所谓传统的家庭教育的家庭价值，还要进入异性恋婚姻，然后让自己很痛苦，然后他嫁的那个人不管他知不知道他是同志也很痛苦。民法应该当初定义就是要适用于每一个人嘛，他是不分性别跟性倾向才对的。然后现在要修订这几个法规的法条，其实只是要把当时使用的不够明确的字眼做修正，让他是更明确的说他就是适用于每一个人。我觉得家庭跟婚姻当然有他美好之处啦，不然我们不会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啊，可能也不见得是每个人啊。可是他真的不需要把它过度神圣化到好像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够拥有。就今天婚姻制度不是说哦，本来只有异性恋可以结婚，你结婚之后可以拿到100万，那你开放给同性结婚，你只能拿到50万。婚姻又不是补助，你开放同志结婚，到底对于现在就能结婚的异性来讲，会有什么样子的损失？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反对方当然也会说，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包括还要照顾到这个小孩拥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最佳利益嘛。因为反对方好像还从美国飞来一个也是同志的小孩的朋友，他待会可能下午也会发言这样。然后我有看过他在网络上讲的一些东西，他有个影片拍的还蛮精致，他说两个妈妈也不能取代爸爸，而且他的妈妈也同意这种讲法，应该没有人反对吧？我也同意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取代任何一个人，就像你现在的老婆也不会取代你除了女朋友在心理地位一样。可是你会因为这样子人格不健全吗？然后另外我觉得我们到底能不能老实面对我们现在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现在有多少结构上看起来是所谓的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正常的健全的家庭，可是他们真的都有达到所谓爸爸妈妈有人被期待的角色跟功能吗？现在是一个低薪时代，假设这个家庭是一个完全靠爸爸在养家的情况的话，你觉得他的小孩会跟他有多少时间去相处？你问问自己，你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人跟你的爸爸是真正很亲的、很熟的关系？
那更不要讲，如果他是一个双薪家庭，爸妈都在外面工作，这小孩恐怕跟他两个父母亲都不是很熟。所以，如果这个社，当然这个社会上还是有条件很好的家庭，他们或许有条件做到反对方所提出的那样子的理想生活的想象。可是多数家庭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不管他是异性恋或是同志家庭，那个跟性别性倾向没有关系，而是阶级，他们所处的现实就是没办法做到。然后我觉得家的样貌从来都是多样，从过去有人类以来大概就是这样子，有些家庭他就是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有些家庭有一个爸爸两个妈妈，有些家庭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你身边看你身边的人就知道啦。那个关键只是在于我不愿意愿不愿意承认，就是有些人的家庭的样貌就是跟我们以为的健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不要承认他们存在，我们要不要让他也能够拥有跟所谓健全家庭一样的权利。然后我觉得其实修法只是要让这个法，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已经过时的法，能够真正去服务到此时此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去服务那个想象出来的健全家庭。然后我觉得那些所谓不在完整或正常家庭长大的小孩，是不是就比较不如人？如果有，那是因为我们让他觉得他不如人。我觉得人生从来没有办法是完美的，如果你有心认为自己人生很完美，那我们就很诚心的为你祝福，也为你高兴，因为那你运气很好。但是真的没有必要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去过跟你所谓的郭浩里的幸福健全幸福美满生活，大家都要过那样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现实不是这样子。可是就算我们的现实不是你所谓郭浩里面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也我觉得不损害我们的存在的价值跟权利。这样我觉得人不是只用性别就能定义的，我们当过小孩，每个人都曾经是小孩吧。你是小孩的时候，你觉得照顾陪伴你的人最重要是性别吗？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会那么局限到看到一个人只看到性别？孩子都需要爱他能给他安全感的家长，然后不管是在情感面或是经济的物质提供上都是。如果有一些家庭的孩子他没有办法拥有，我们要做的是在我们的能力所及之下，不管我们是个人或是立法者啊，你要去协助他，而不是去告诉他说你跟你的家庭不合格。如果同志能够领养小孩，他们是在帮忙照顾异性恋制造出来的小孩，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抚养的。所以一些如果能领养小孩的同志，他们在帮忙解决社会问题。然后反而是那些一直在质疑然后要那些同志照顾的小孩去仇恨他的同志家长的话，那些人才是在制造仇恨，真正制造社会问题的人。我刚刚说的那些歧视，因为不理解，因为以正义为名的歧视对孩子造成伤害，几乎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同志的小孩，这个社会曾经让我以为我必须仇恨我母亲，我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今天上午已经发言蛮多位的那些人了，就是你们在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好悲惨。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挣扎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同志。然后现在执政党说要提出伴侣法嘛，如果今天这个法是一体适用所有人，很好啊，同性恋也来，异性恋也来，很好。因为不想进入婚姻的人本来就应该也要受到一点权利保障，这附近至少你去合并报税会便宜一点吧，会少一点，少缴一点税金。这附近不是很多学生吗？很多工作年轻工作人员，你们去，请你们助理去做一下民调，你就知道现在年轻人有多少人不想要进入婚姻，也不想要生小孩，他们也有权利受到一样的保障。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去立了一个法，是只有适用于同志，那你们只是在立法制造歧视，而且你还没忽视其他不想结婚的异性恋的权利。然后，这我只想要跟，不管是在座或是之后会看直播的这些我们人民选出来的立法者，这些立委先生小姐们。如果你真的愿意看见跟承认，你会知道现代年轻一辈的年轻人，他其实真的不觉得婚姻平权是问题，他是一个早晚会通过的事情，所以可能就不会有很多人他会站出来。不过今天下午外面还蛮多人的了，所以作为立法者，你们现在就是要选择，你是要做一个只保守看到眼前，然后让那一些不断否认自己对同志有歧视偏见的人继续用连法律都不容为由，然后继续理直气壮的去歧视同志。
对待同志，或者是你要做一个看得够远，然后让进步改变能够提前实现的立法者。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就请张盈坤张教授，他是政大幼儿教育研究所。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参与公听会的先生、女士们，大家好。其实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参与那么大的一个公听会。那昨天联合报已经把我的立场已经公告了，我就是支持民法972的修正案，所以我今天也不用太多个人立场的陈述，那我只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支持。那其实那个我长期从我念硕士班开始，我就非常关注台湾的性别运动。台湾性别运动从早期只重视妇女权益，慢慢转向性弱势或性少数，已经走了非常大段的时间。那现在不只是看见同性恋的存在，也在国家法律层次开始去讨论到说我们要如何纳入这些人。首先就针对这一点，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台湾的民主价值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人。那可是我今天早上有点惊讶，到今天还在讨论说同志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可是对我来讲，不管他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他就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周边。那因此呢，我认为说，面对于同志婚姻合法化造成沸沸扬扬的社会对立，它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例如说价值层面跟实务的人权层面哦。那价值层面，我当然也不会认为说教会说的那一套是错的，因为他本来就有他自己的一套的世界观。可是我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说要达成共识才能够立法，可是我试图想要问一件事：台湾哪一个法律最后能够真正是有共识才立法呢？那哪一个法律真正反映到每一个人的权益？好，那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撇除某一种道德或是价值观的看法，回到最务实的法律层面。那既然宪法已经保障了人民有婚姻的自由，那么因此我就觉得说，与其我们设立一个专法，不如就回到民法里面去修正。那这个上午那个廖福特老师也提到说 ，all difference, all equal。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应该要看到各式各样的差异性，而我们能够在一套法律里面兼容各种差异性，这才是真正价值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设立专法，会带来哪些问题？再根据过去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经验，譬如说早期的种族教育隔离政策，他说要隔离且平等，可是我们看到永远都在隔离而没有平等。那相同的，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同性伴侣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同性恋这个差异的存在，而没有看到一个婚姻的普世价值。那么因此呢，既然宪法就保障了每一个人的权益，那我们应该是要去修民法。现实上民法也不是没有经过修正哦。譬如说我们现在回去看民法，我觉得很诡异，也讽刺，也荒谬。譬如说1998年之前呢，妇女离婚6个月不得再婚，这现在看起来是荒谬的。然后1985年之前规定孩子一定要跟父亲居住等等啊，哈。那此刻我们在修法，不就在往前看？譬如说未来的10年怎么看待同性婚姻这件事？而此刻我们就在努力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也不认为说立法通过之后呢，社会就会消除对于同志的歧视。歧视是无所不在的。那过去很多人都是用衣柜或是暗柜来比喻同志的社会处境。我必须说，这个处境，这个案柜是多层次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立法的话，永远不可能有消除的起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国家法律在这个地方的努力。好，那前几天我看媒体在讨论同性恋霸权，特别是访问了林永颂律师，我其实心中笑了很久，因为这些人连结婚这种小事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他哪来霸权？他想结婚，他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其实婚姻这件事无关蓝绿，无关统独，也不会动摇国本。通过之后呢，也不会取代了异性恋的家庭，只让我们看到更多元的家庭价值的存在。那我当然清楚，教会的反对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就是一种原罪。那用世俗或更尖酸刻薄的说法，因为他们不是人，所以他们没有享受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那我必须要讲，这个民法，这个国家不是少数人所独有的。
我们应该要把同志纳入到民法里面去修正。然后最后呢，我其实某个程度我还是保守的，面对于人工生殖代理孕母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某个程度是保留的。即便同性婚姻通过之后，因为它可能会衍生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那么因此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势必要暂缓有关于同性那个生殖科技跟代理孕母这个议题。那在网络上常常反方会引用尊敬的张守一先生的说法，他常提到一个案例，他说有一个同志妈妈因为进入异性恋婚姻体制之后生了小孩，可是他要追求自己个人的认同跟爱情，于是小孩长大之后非常怨恨妈妈。可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一件事，我们要赶快的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避免未来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憾事会发生。然后有关于收养跟领养的出养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无限上纲的想象。就现实台湾的社会来讲，领养的过程要经过社工非常专业审慎的评估，他不会因为你是同志或是你不是同志就否定你，而要看很多不同的脉络，例如你的经济、你的态度。然后另外呢，很多反方的人会提到有一些论点，譬如说同志教养出来的小孩容易被性侵、容易上吊、容易撞墙。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显然是夸大了。不管是异性恋或是同志家庭来收养小孩，他本来每一个不同的脉络的情境是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很难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就是说同志就比较不好，或是异性恋比较好。显然要看到每一个不同的脉络。我最后只想要讲一个我个人的小故事。几年前，许秀文他在推动所谓那个多元成家法案的时候，沸沸扬扬。然后，因为我同时也是师培课程的授课老师，在一次的座谈会当中呢，有一个学生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他说：“我不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我不知道未来如果家长是两个爸爸或是两个妈妈的时候，我在亲师座谈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个人的回答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称谓重小事是否足以构成立法挚爱难行之处。但对我来讲，你叫他名字也可以，叫某某爸爸也可以。我跟那个家长某个程度就是在共同服务跟孩子的同行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同性婚姻的通过呢，既不会改变家庭的功能与内涵，反而更让这个台湾社会不同社群的人得到同样的权益与保障。那这也是我所相信的价值。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陈一倩陈教授，他是这个世新大学。好，敬爱的游美女委员以及在场的各位先进，我是陈一倩。那今天来到这边，这个又悲又喜哦，喜的只有一秒钟，就是我默默的这个经营了很久的议题哦，终于获得国人的重视哦。那我自己本人是台大法律系，然后因为对于比较法学有兴趣，所以到德国海德堡大学以及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做研究。因为那个年代的法律人坐在台下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德国回来的说德国的法律很好，德国回来的教授说德国的法律很好，美国回来的说美国的很好，日本说日本很好，法国说法国很好，瑞士说瑞士很好。好，那我们坐在下面就说我是台湾人，为何这些国家与我相何干？哦，那我就很有兴趣去做这个比较法学。那今天呢，就以我一个这个研究性别与法律的学者来给大家一些基础的，等于是应该是说分享我基础的研究。哎，那麻烦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 PowerPoint。今天的挑战哦，我觉得我三个提纲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目前其实是第三个，也不需要等到这个修法之后了。我觉得目前社会的确就是我们开始有一些非常激烈的言语的交锋啊，那伤害了很多人。那我想要提出一些关于思考有关的这个规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下一章。
这个是目前我们我国的状况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都在自己的世界观逻辑，以及用自己的世界观逻辑的语言来交锋啊、哦，所以造成非常多的谣言跟误会哦。那这个，譬如说左边那一点，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提出法案的尤美女委员及其他在场非常认真的委员，可能在左边那一点，但右边的那一点的人们怎么可能会理解呢？啊、哦，那原因是什么？下一章，谢谢。在人生在世哦。这个大约会受到几项这个强制规范的束缚哦，那我们比较清楚的文化、道德、宗教、法律，好、哦，那那个圈圈是我自己画的了哈，你们可以就是放大缩小都可以。我们目前其实是要谈法律规范，好、哦，因为这个不同的规范呢，它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它可能也有不同的制裁的方法哦，譬如说法律规范可能会有损害赔偿，或者是这个自由行的剥夺。宗教可能让你自责到死啊、哦，不是，就是让你心里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就是每一个文化规范里面，其实是会有它不同的后果的啊、哦。那我觉得这是目前针对同婚议题出现鸡同鸭讲的原因啊、哦。譬如说，刚刚也提到了，如果婚姻平权法案之后通过之后，爸爸妈妈就会变成双亲一二。其实爸爸妈妈一直以来都是文化上日常生活形成的称谓，我们在民法里面爸爸妈妈的法律用语叫做直系血亲尊亲属或父亲母亲、哦、那这个例子其实是混淆了文化上规范的价值与法律上的价值、哦、那两边交锋，那当然不可能会达到不在同一点上来做辩论。然后老实说、哦、在台湾法律规范通常对文化有非常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啦。子女从姓，譬如说民法的子女从姓，从以前只能从父姓，改到现在是协议，可以从这个父母可以协议。至今约定从母姓的，从来没有超过2%。各位，我们异性恋的文化坚不可摧啊！啊，所以其实大家不用那么害怕哦，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文化里面可能有日常生活的一些关系啊、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麻烦你下一章。法律规范哦，我还是对不起，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在这边谈法律规范，其实起码有这些法律规范。我们今天只是在谈左边的这一小小块民法里面，婚姻跟子女收养现在都规范在民法的体系里面。那大家刚刚很谈的什么通奸罪啊，或其他的哦，那个是在刑法的体系里面。我们今天即便尤美女委员再怎么努力，她也不可能在修正民法的时候直接变动影响到刑法。这是不可能的，客观上不可能啊、哦。那个还需要他休息一下，然后再说哦。那这个是刚刚也有提到啊、哦，婚姻平权法案通过之后，会造成可能多批呀、啊，或者是通奸除罪化。我们台湾最有名、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通奸罪啊。曾经有台中市有一位女性，她被判刑这个273年，然后被因执行刑2年。好、哦，也就是说，今天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是一件小事，就是说现在有同志愿意这个接受中华民国民法刑法的束缚，接受通奸罪的规范。哦，其实应该是要欢迎他们来一起巩固家庭的价值才对。哦，所以他们现在可以结婚了，到民法可以结婚，刑法他也必须要接受通奸罪的规范。非常遗憾的、哦、所以你必须要这个想清楚，民法跟刑法是不一样的那个规范。下一章，好，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哦、一个结论，德国的双轨制、哦、是不适合台湾的。那基础的，我自己认为、哦、法律必须要第一个，你必须要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不被民主的正当程序多数决牺牲、哦、我本来也是以为台湾人应该是地球表面最有潜力理解这件事情的国家、哦、因为国际上多数的不承认台湾的存在，可是我们明明就活着啊，哦、我明明就有土地、人民等等等，但是因为多数不肯认你的存在，哦，这个我也让你经常会在柜中煎熬哦，所以宪法的这个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保障少数人哈、哦，因为我们民主正当程序经常的会用多数决，好、哦，那少数决的话少数人只能靠宪法，宪法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民法制度如果目前存在有结婚制度，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说这个同性婚姻同性不得这个适用，那因为法律在我国的民法上其实没有这个确切的条文、哦、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个行政函释来做成这个一夫一妻的解释。好，那
应该是法律必须要散发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讯息是不歧视的讯息。好，那现在因为大家台湾人都这样嘛，害怕了啊，现在因为太可怕了，现在大家这个非常激烈，所以提出了所谓的专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口中的德国的双轨不平等制的专法，我个人是认为是不适用的。为什么？刚刚前面也有这个张教也提到了 separate but equal。在美国起码是 separate but equal， 但是已经被宣告违宪了。同一节火车厢有黑人车厢、白人车厢，一模一样，这样还是不行啊、哦！更何况德国的这个同性伴侣法其实是 separate but not equal 啊、哦。那接下来我就要说了，要抄德国的法律呢，就要抄全新的法律哈、哦，不需要循序渐进来制造申请事件案件。德国在2001年通过同性伴侣法的时候呢，因为跟异性恋婚姻上有很多的权利差异，所以透过了2009年、2012年、2013年三次哈、哦，现在持续的不停的进行当中，才争取了这个遗孀的退休的抚恤金、所得税、二次收养等等等。好、哦，那你不能说因为 iPhone。我们现在 iPhone 7已经有了，你不能说哦，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害怕，我们可不可以先从 iPhone 4开始用用看，然后好不好，慢慢循序渐进啊、哦？这个我觉得不用这样子担心了哈、哦，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用哈、哦。如果要抄别人的法律，要全部抄，而且德国的宪法大法官他也自己已经讲了，那个德国人用过都说不好用啊。哦而且浪费的这个资源，好，那我结论就是，台湾现在有四条路可以走。第一个，行政部门赶快再发一个行政释函，直接让同志到户政机关登记结婚。第二个，接受目前的版本，哦、那条文其实非常简单、哦，而且司法院已经认证，不可能会有违宪的可能，大家都没有看一下司法院那边出的那个意见书哦，日后不会有违宪的可能，因为如果采取这个德国双轨不平等制的话，接下来就司法院事情会很多、哦、那很多大律师都已经准备好可以这个申请释宪了。最后一个方法，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三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是向人民坦诚，目前的执政党、目前的台湾的人民社会，并不准备接受，也不想要继续假装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国家。我们不自由平等这件事情太难了，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哦，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啦哦，那就大家就是继续努力这样。好，最后剩下一分钟嘛，对不对？我想要再次的跟委员，这个在场的这些委员哦，这个表达肯定之意啊。目前的乱世里面，法律体系哦，大概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信心跟一丝的希望，因为法律体系都宣称基于人性的尊严，保障自由平等。好、哦，这个我们还是翻一翻自己的宪法吧，先不要去看那个国际条约。国际条约虽然很厉害，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宪法哦。台湾在地的这个妇女运动的努力，这么多年来，前面好几位都有说了，我们一直讲自由平等哦。那虽然法律改变也不见得会直接造成文化上面的即刻翻转。但是在这样纷乱的世界里，它毕竟给人带来了一点点信心跟一丝的希望、哦、真实的社会里面，幸福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哦、这个世界实在太苦了，生活不容易啊，我们应该要珍惜彼此。那回想到那时候毕教授去世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哦、说这个世界生活不易，我们应珍惜彼此、哦、我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的确信、哦、那恳请各位可以把在这个宗教、文化、道德、法律各方面的那个价值观先厘清一些基础的事实，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有这个建设性的讨论。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简志杰秘书长，台湾伴侣权益促进推动联盟。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午安。我今年40岁，我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不是因为我子宫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不想要生小孩，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我们国家排除了没有结婚的人使用人工生殖的权利，而我在台湾目前没有资格结婚，所以我生育小孩子的能力也被剥夺了。所以我要回应前面曾经有过先进的质疑，我并没有主动的选择我不要生育，是国家
帮我做了一个选择，让我不能生育。2016年11月24号，也就是上个礼拜四，在这里举行第一场公听会的时候，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我们在场外也举行了一个民间版的公听会，一样是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5点半，有大概上千个民众陆陆续续加入我们。这一些民众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有人来自偏乡，当然里面也有原住民。我相信他们发言的重量跟发言的意义，绝对不亚于今天被邀请进来标举着某一些族群代表的人。上个礼拜四的场外公听会，有超过50个以上的人针对了同性伴侣现在的权益保障应该采民法还是应该要采专法，我们做了非常理性的讨论。那我也答应了大家，会把大家讨论的结论带到立法院来。所以接下来我会把群众这一些反对专法、反对专法要求一定要是民法的这一些意见带到这边来。当天千位的民众，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们要的就是民法修正，拒绝专法。我想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这几年来，以及最近大家非常讨论的，而且会认为是非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认为隔离不是真平等。另立同性的伴侣的专法，不论这个名称叫做同性伴侣法，还是叫做同性婚姻法，都是如同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个隔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讲好听，叫做要保障同性伴侣的权益，但是真正它的内涵是什么？它真正的理由跟真实的效果是什么？其实就是不让同性伴侣可以结婚，就这么简单。有一些人说，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所以同性恋和异性恋有本质上的差距，那么就应该要用不同的法律来对待，这样子并没有构成歧视。但是我想这一些人误解了一些最基本的民主宪政的原则。民主社会之所以要强调平等，那正是因为我们有差异。法律要保障的是给所有这一些我们有差异的人有同等的平等的机会跟权利。如果我们的法律真的要做出差别的待遇，那么就必须要提出足够的理由来做这样的差别待遇的理由。如果这一些理由根本经不起考验，那么我得说，这一些被提出来的理由不过就是在服务对于同性恋的偏见跟歧视，那么立专法就是一个歧视性的立法。我要求所有立专法的人，要求要立专法的人，应该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要让同性伴侣适用民法？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听到吴秉睿委员其实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理由，叫做婚生推定。但是我们就来谈谈什么叫婚生推定。婚生推定指的是在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小孩要推定配偶的另外一方他方是子女的双亲，也就是说在异性恋的婚姻里头出生的小孩推定这个丈夫是孩子的父亲。那么在女同志的关系里头呢，出生的小孩就透过法律的拟制让不是生母的那一方成为小孩子的双亲。基本上其他的国外立法都已经做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立法做不到。所以我想，如果吴委员真的要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的话，我相信这个不是真实的理由，因为现在徐委员的版本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婚生推定的做法。所以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构成差别对待另立专法的理由。那希望如果要继续去谈另立专法，那么再提出一些更具体的理由吧。另外一个在场外的朋友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跨性别的朋友站出来说，如果真的要另立专法的话，跨性别的朋友在法律适用上会出现相当的矛盾。比方说现在一男一女已经结了婚，其中一方如果要变性，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是可以的，婚姻关系依然有效。
如果未来我们真的另定了专法，是给同性伴侣专用的专法，那么我们想问，那接下来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变性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到底要适用民法还是适用专法呢？反之亦然，一个原本是同性伴侣的人，本来适用专法，难道其中一方更改了性别就可以适用民法了吗？我们不懂，同样是两个人，两个人的生活是一样的，两个人的承诺并没有变质，为什么其中一个人变更了性别，法律适用就要有差距？跨性别的经验其实正正好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用性别来区隔人民应该使用哪一种成家制度本身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们要特别强调，很多要求立专法的人说，我们可以，我们了解同志伴侣，我们了解同志伴侣需要财产的权利，我们了解同志伴侣需要有医疗的权利，但是我们要说，前面也有非常多的先进说到，婚姻又不是只有权利的问题，婚姻是具有深刻的文化跟社会意涵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影响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人跟人对待的方式，它影响着我们对待已婚的配偶跟只是交往中的伴侣是不同的这一种方式。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哥哥和他之前的女朋友，现在是他的妻子了，他们过去交往五年的时候都住在我们家，生活就如同一般夫妻一样，但是啊，我的父母当时对待我现在的这位嫂嫂是以礼相待，把这一位当时是我哥哥女朋友的人当成客人一般在对待，这五年来都是如此，直到他们结婚的前一晚，我妈妈跑来郑重，非常郑重，我妈很 这多年来这四十年来真的很少郑重跟我提醒什么事情，她郑重地提醒我，明天你哥哥就结婚了，结了婚之后他就是你的家人了，指的是我嫂嫂，请你把她当成嫂嫂一般、家人一般对待。这个就是社会文化的认可。如果我们让同性的伴侣立的是专法来保障，那等于是拒绝我们的同性伴侣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合法的配偶，而这样子的剥夺就是造成同性伴侣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办法被平等对待的主要原因。当然我知道非常多的反对者，真正反对的理由其实就是跟社会文化有关。他们会说，那如果同志结了婚之后，难道以后会有男的媳妇、女的女婿出现吗？我们要说，是啊，如果台湾真的是一个性别很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真的对待媳妇跟对待女性还用同等的方式的话，那么男的媳妇、女的女婿又有什么好可怕的吗？他们不就是孩子的配偶吗？另外我想最后因为时间到了，我要说我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我的心脏还是可以很快速的在跳动，尤其是今天早上听了这么多人说了之后，不论是用任何科学的证据还是性教育的专业，这些人都企图告诉我，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抛弃现在跟我在一起五年的这个女人，我就可以跟异性恋在一起，我就可以跟异性在一起。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跟异性在一起？这样并没有办法让我比较高尚或比较正常。台湾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将决定我有没有办法被当成一个正常人。我希望所有这一些最后决定要立专法的委员，拜托你们做一件事情，请你们找到你们口中的那个同性恋好朋友，对着他说，你不配结婚，因为什么原因你们自己说。谢谢。好，谢谢。那下一位我们请吕玉霞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主席，大家好，我是吕玉霞。那我今天呢是要来从这个子女的福祉从这个我们的家庭政策，如果像修法
如果改变了以后，那么对于子女的影响，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从上午到现在大家谈很多，也有许多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哈。那么你把麦克风稍微调整一下好吗？麦克风稍微拉高一点。这边喂，有吗？好。我们像前面的那些所有专家学者们也都有谈到，像说这个子女他们的权益是很重要的。那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谈这个不同性取向之间的平等这个之前，应该是以这个来做作为前提哈。因为呢，就说家庭这个大家知道，家庭这个功能最主要的还是说它可以肥那个要来繁衍下一代啊，然后要这个教养下一代的这个公民啊。那么这个功能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比较最高的一个利益，然后从这一方面我们才能够说其他的这个平等等等的问题。如果你连下一代他们的权益都没有办法照顾到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的永续发展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啊！你如果输了下一代，那么你真的不能拿任何一个好处来换，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认为说，政府要这样的考量之下来审慎的来考虑这次的这个同性婚姻法制化这个问题，对于下尤其是它对下一代的影响这样子。那个我从这边我就必须要说起，就是在文化家庭文，尤其是家庭文化的重要性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就刚刚有学者们提过，就是这个家庭制度是社会文化下的一个产物。那所以呢，也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社会可以永续的发展，它必须也是要考量到它的文化，可以在这个社会文化的脉络下面可以稳定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原则哈。那么其实以前就有许多的这个跨国的研究或者是泛文化的研究哈，过去都一直有，我自己是研究家庭社会学方面的哈。那么就发现说，其实不同的社会，那么他们民众的观念、价值啊，或者是行为这样的一个变迁，都有他在这个特殊的脉络下面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啊。甚至有一些学者们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块例如在这个欧美的社会那么东亚、亚洲的这个社会中东的那社会等等，那么。即使是在台湾，我自己看的这个性别意识的变迁，我也发现到说，连我们的不同族群之内的这个性别意识或者性别，尤其是性别角色态度的这个变迁的过程，或是他们的内容哈，也是会因着这个族群而不一样哈。那么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告诉我们说，社会变迁就以前呢，有一些这个常常有的理论，就是说，社会变迁常常是以这些先进的国家作为领头羊然后后面后进的国家可以渐渐的跟上这样的一个趋同性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研究的证据都指出说这个是有它的谬误可以看得出来说并不是这样发展的，每一个国家是有它的文化的脉络，所以它的变迁的路径也是不一样这样子那么从这边我其实是想要说，就是如果说这个国际公约，那么它用同一套的这个标准，然后没有管这个各国不同的变迁的这个路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测量说各国他们的这个人权发展的话，在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也是需要去考量的就是说是不是真正可以测量出来这个每一个国家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人权的发展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是从社会的文化基础来看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会说直接的不管这个现在目前
的各个不同的脉络，刚刚早上也有从原住民的这个社会脉络来看的哈。那么我们如果说不管这些社会脉络，然后直接就是透过法制化的改革，那么这个的话，显然就已经就是引起了一些社会的不安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就是从南到北的这个抗议的行动。那么从现在我们其实推动这个同性婚姻法制化的那个欧美的国家哦，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国家他们也是层出不穷的这个民众的抗议行动，所以我在这边是觉得这个既然在做的是家庭婚姻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个变迁，这个就是一种社会变迁啊。那么尤其是在同世代，就是你同样这个人可能就是在你所活的这个世代，你自己就这样改变了，每一个人都要像这样改变，这个叫革命性的一个变迁，这样的一种这个社会变迁是常常都可能是会有一些动荡在这个当中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变迁其实是有它的文化脉络下的一个考量，也有它的进程这样子啊。那么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是社会的民众对政府机构都有一种期待哈，就是说希望政府的行动，例如制定法律、修法等等这些行动是合情合理的，然后也有证据为基础的啊。这点其实上午我也听到法务部市长哈，他们也有提到说现在有在考虑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哈。那么这个方面的证据呢，我今天也重点也是想要谈这一类的东西，这方面的事哈。就是说我们虽然台湾现在是还早，因为就是还没有合法化的状况之下，你不太可能真正的就是说他们你不知道在哪里哈，你也不太可能真正找到代表性的样本。那同样的，在美国社会，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那个问题哈，就说在一个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化的地区，收集的资料呢，有许多在研究方法上是有限制的啊。那么你不太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你不太容易找得到啊。然后再加上在美国的同性婚姻的比例在户数，美国全体的人口的总户数上面只有1/1000啊，这样子，所以等于是在他们有人这样讲，就是像是稻草里面捞针哈。那么像这样，一方面是在选样的代表性，或者是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再来就是在真正有了这些样本以后，那么他们的这个怎么样来分析哈，访谈和分析等等，像这些也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考量，也是在这个这些研究上面常常被提起的哈。那么多数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哈，是评估的结果是说，影响同性父母与异性父母之间子女福祉差异的，主要是家庭社经地位跟家庭稳定性，而不是父母的性倾向这样哈。那么其实这个美国社会学会哈，在2014年向那个最高法院提出的这个评估报告，就是 Amicus Q Brief 啊，那么也有表示，也有提到我刚刚所说的许多学者提到的那几点哈，就是说根据来评估的这个研究呢，有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啊，还有缺失啊，比如说多数的研究他们只能够用像滚雪球的方式哈，或是比较方便的情境啊，例如去找这个名单、人工生殖等等名单哈。像这样的一个抽样，那多数当然就是小的样本啊，就是缺乏代表性等等，这个都这个 Amicus 这个QA Brief 都也有提到的哈。那么可是我现在有去看这些研究发展目前的发展哈，那就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不算很多哈，有大型的样本的调查资料出炉了哈。学者们呢就根据这些大型的样本的分析，然后重新再来审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例如就有一个2015年的哈使用那个叫做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啊，那么它是
找到200万个4到17岁的那个子女哈，然后就发现说在控制应该控制的社经地位、年龄等等这些因素以下，那么他发现说同性父母的子女情绪问题比异性父母的子女会高2倍哈，那么有亲生，如果他是亲生的父亲跟母亲同住的情绪问题，那他的这个情绪问题的发生率呢，跟这个最低组啊有高度的相关，就是说亲生父亲跟亲生母亲同住，比较可能会是在情绪发生率最低的那一组啊，有像比较高度相关，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个研究请你把握一下时间啊，亲生父母同住的家庭哈，那么他的亲子关系显著的比其他类型的家庭还要好哈。那么当然另外也有一个我在这边也有提到的，就是 Allen 他们也是根据2000年普查的资料哈，这个5% public use micro data 来比较同性异性父母家庭子女的那个学业表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普查的这个资料就跟前面讲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同性父母家庭子女表现这个吕教授请你把握时间，也快第二轮发言。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未来应该有更多能够根据大型数据资料的研究出现，那也有许多的学者提到说在这样的研究上面方法技术上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改进分析的一些策略哈，所以我的建议是说不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台湾也还没有征集出来，一方面国外正在累积比较大型的数据比较可靠的数据的结果出来的时候，那我认为说还比较仓促的来修改法律，这里是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朱平创办人，就是联谊人基金会。嗨，谢谢游委员啊，还有徐委员，还有段委员，从早上9点多开始到现在3点10分，我坐在那边就一直在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真的没有敌人，我们只是一群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更重要有不同的生活经验的一群人在这边。在寻找如何让台湾往前走，就这个样子而已。那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我今天来这边不是来改变任何人的价值观。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更不是宗教领袖。我只是一个，他的女儿是个同志，他很幸运的在美国去年结婚了。那我看到他们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去追寻他们的理想，做一个父亲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当我们没有恋爱过，我们不知道在热恋的感觉，我们没有失恋过，我们不知道失恋的感觉，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知道有宗教信仰的喜悦。同样的，当你的亲人、你的小孩、你的孙子、孙女他是同志的时候，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我昨天跟我87岁的老母亲吃饭，在吃饭的过程我就问她说，妈，最近这个婚姻平权的问题纷纷扰扰的，你的看法怎么样？如果你的孙女不是同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他想了一下下，不要忘了这是87岁的老母亲，这样的还是不太好吧。但他又加了一句话，但是他是我的孙女，我爱她，所以我也就接受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爱是有条件的，只是他的孙女他开始接受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婚姻平权法就让爱没有条件的。试想一下，如果今天这个法律经过民法的修正，未来
有多少的父母亲，多少的祖父祖母，他会因为这个法律的通过，他没有任何的尴尬。我碰到很多人，他是同志，但他不敢跟他爸爸妈妈讲，他周遭人通通都知道他同志，他就是不敢提出勇气跟他爸爸妈妈讲，好好去思考他心中的那种煎熬，最亲近、最亲密、最重要的人，他不敢跟他讲。那有很多原因，我们都知道。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跟他父亲或妈妈讲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他们提不出这个勇气来。我们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就没有这种事情了。那我也真的非常的相信，这些父母亲他也知道他的女儿或是儿子是有同志的倾向。他不敢面对而已。在跟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刻意的避开这个条件，就不谈这个事情，好像不存在。我们今天立的这个法，可以在未来可以解决多少多少的人间的这种，当你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这种事情。我最怕的就是，尤其我刚刚中午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那些同志的聚会。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而让我们跟朋友之间开始疏离。突然间发现有一件事情，他跟我哥哥志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他讲，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这件事情的立场不同，并不代表你过去所做所有的事情，我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这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互相沟通，没有人想要说服任何人。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除了法律之外，我们现在呢，我鼓励很多的中小企业、私人的中小企业，你可以把同志婚姻友善的人事策略放在你公司里面。像我们公司很早就开始了，去年开始了，我们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只要他能够去证明他有个同志的伴侣，一个很稳定一个婚姻的状态之下，现在台北只有六个城市可以去 register， 去登记就可以了。他享有我们所有劳基法所给予他的伴侣的婚姻另外一半的所有的福利，这马上可以做的，不必等立法以后才去做。如果真正你相信这件事情，每个人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去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国外已经开始了。我收到一些信，给我，各位朱先生，我好高兴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因为我知道你公司的文化是包容，你公司的文化是鼓励多元，你公司的文化是让每个人感觉到在这边没有被受到特别的待遇。写信给我的并不是同志，他是觉得这是对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好多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这法为什么那么重要？那我是属于民法修正的这一方，因为我认为要设专法，要重新再来过一次，要来公听，要攻防，要来动员。台湾不能够再这样消耗下去了。今天在这边没有一个人提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台湾必须要跟世界连接。我们今天讨论都是 internal， 都内部里面的一些纷扰，宗教、道德、公不公平。混乱家庭的价值，所以我们这里面一直在吵。我们就有2300万人，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在民法上去修正是最快的，直接就去做了。所支持尤美女立委、徐仁立委，还有时代力量所提出的现在的版本，我们可不可以就经过三读，付诸投票？谢谢大家。好，谢谢朱先生。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凯蒂·福斯特。他是国际儿童权利研究所机构工作，他来自美国。大家好，我很荣幸参加这个公听会。但是我现在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我很高兴有 my translator. OK. As one of the previous presenters mentioned, 就像刚才那位所分享的，
Yeah. After my parents divorced when I was 10, 当我在十岁的时候，我父母亲离婚了。My mom fell in love with another woman, and they've been together ever since. 我妈妈就爱上了一个女人啊，后来他们就在一起。Yeah. My father and mother continued to parent me, and I lived split time between my mother's house and my father's house. 啊，所以呢，我同时呢就可以啊，有时候跟我的父亲住，有时候跟我母亲住。And thankfully, they cooperated so that I did not have to lose the influence of either parent. 因为他们的合作，所以我不会失去啊，不管是父亲或者是母亲对我的影响。I started writing about gay marriage, parenting, and family structure about 5 years ago. 在五年前，我开始就写作有关于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啊，或者是family structure. 或者是家庭的结构。Because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discussion was totally focused on the desires of adults. 因为在美国呢，他们所讨论的都是只有专注在这些成人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所要的。But whenever we're discussing marriage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first must understand and protect children's rights. 但是呢，当我们在谈到婚姻以及家庭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却是儿童孩童他们的权利。It wasn't long before other children with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contacted me and shared their stories with me. 那我在写作不久之后，很快就有一些就是他们从同志婚姻家庭里面成长的孩童写信给我。So let me share a couple with you.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My friend Millie in Australia grew up with two mothers. 我的一个朋友呢，澳大利亚的 Millie 她是从小就跟两个妈妈一起来成长。When she was young, she used to look through the family photo albums and try to find any man that resembled her. 那她在小的时候呢，就是常常在翻她的相本啊，找说有看哪一个男士的这个亲戚呢，长得比较像她的。She was very distressed and told her mothers, "Please, I want to know who my father is." 那就感到非常的忧伤，她说，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认识我的父亲。Her mother said, "Why do you want a father? You have another mother. That's enough for you." 那妈妈就回答说，你已经有另外一个妈妈，你为什么还需要父亲呢？ Finally, they took her to a psychologist who said that her mothers needed to allow her to meet her father. 后来他们就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就说，妈妈，你必须要让你的女儿去见到她的生身父亲。Millie said the day she met her father when she was 11 years old was the first time she felt at peace with herself. Millie 就讲到说，当她11岁第一次见到她生身父亲的时候，她是第一次感受到心里面真正有了平安。Another woman that contacted me was named Heather Barwick. 那另外呢，有一个女士也写信给我，她叫 Heather Barwick。She grew up with two moms, both loving and committed to her and each other. 那也是有两个妈妈啊，他们都非常的爱她。She was totally surrounded by a community of women. There were very little men that she had contact with. 啊，所以在她的生活当中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男性的啊，都是跟她妈妈的朋友们。And yet, something inside of her longed to be loved by a father. 但是在她心里面呢，却非常渴望能够跟父亲在一起。She started to hate herself because how could she want a man to love her when everyone around her said that men were unnecessary? 她开始就会恨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在她周围的人都跟她讲说，男人是没有需要的，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有男人，但是她心里面确实有这样子深深的渴望。I've heard in the debate in America and even some people here today saying all children need is love and stability. 那在美国还有今天我们听到大家所说的小朋友呢，其实他只要有能够安定只要有爱就可以了。But I think that we can all testify that every child that we know wants to be known and loved by their mother and father. 但是我们都可以说其实每一个小孩子他们都需要被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爱。And when one or the other is missing, there's pain. 那如果其中的一个不在了，他心中就会有伤痛。This is in line with natural children's rights.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孩子们他自然的这个权利相关的。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hildren have these basic rights.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儿童呢，他具备有以下的权利。They have a right to their mother and a father, and they have a right to their biological identity. 那他们对自己的父母是有权利的，他们对
自己的这个生身父母亲是有权利的。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adult to recognize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children. 所以每一个成人他都有这个责任要去认出孩童他们的权利是什么，而且去遵守这个权利。No adult should ask a child to sacrifice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 to satisfy adult desires. 所以没有任何的大人，他们有权利要求孩子牺牲他们的基本权益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gay or straight. If you have a child, that child has a right to both their mother and father. 所以不管你的性倾向是如何这个孩子都有他的权利能够对他的父母亲。We know from decad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at children fare best when they're raised in the home of their married mother and father. 经过很多年的这个研究发现这个孩子呢，如果是在父亲跟母亲的这个家庭里面成长的话，他的表现是最好的。Why does government have an interest in marriage? 为什么政府对婚姻对结婚这个事情是有这个兴趣的呢？Is it because they want to affirm the feelings of adults? 是为了要去确认这些大人的感受吗？ Because I will tell you that gays and lesbia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to love and commit as heterosexuals.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到说这些同志们他们其实跟这个异性恋的人一样，他们都是能够去爱，他们都是能够去尽责任的。 But government's interest in marriage is not adult feelings. It is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well-being of children. 但是呢，政府的责任，他们所关切的是应该是孩童他们的这个需要，而不是大人的这个感受。So when you redefine marriage, you are redefining parenthood. 所以当你在重新定义婚姻的时候，其实你就重新定义了教养孩子的事情。And that new definition means that mothers and fathers are optional and neither is necessary.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定义的话，就讲到说父亲或者是母亲是只是一个选项而已，并不是绝对需要的。And for a child, that's a sociological lie. Like sociologically, sociology, 在这个社会方面，这个是错误的。So some people have mentioned the studies that show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or children raised in gay and lesbian homes. 在我们之前有人发言讲到说，在这个同性婚姻里面所教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差别的。Those studies use very small sample sizes and do not use random participants. 但是那些研究呢，事实上他们所用的这些样本是非常小的，而且是偏差的。So if we can have the first slide, please. 可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This study is the one mentioned by the previous presenter. 在前面两个发言人有提到这个研究。In red, you have opposite sex parents, and in blue, you have same sex parents. 就是比较在同性婚姻的家庭里面成长，或者是异性家庭里面成长的。As opposed to the studies that show no difference, that use sample sizes of between 20 and 400 participants. 我们之前大家发言人提到的那个研究，事实上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样本 This study has 1.6 million. 那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样本数呢，有160几万人。As you can see in every category. 那你在每一个项目里面都看到。In the emo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of children. 能够看到他们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情绪还有在发展上面他们的挑战。Children with same-sex parents have double or triple the risk outcomes.那我们看到就是同性婚姻家庭里面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挑战事实上是加倍的。This is not because gays and lesbians are not capable of being good parents. They are. 并不是说这些同性的父母亲他们不能够成为好的父母亲。The problem is that men don't mother and women don't father. And children need both. 重点呢是男人不能够做母亲，女人不能够做父亲。So as you discuss this issue, as you figure out a way to make sure that our gay and lesb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protected,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also ensure that children's rights are protected. 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同性的这个权益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确保护儿童他们的权益。Please don't let adult desires override child rights. 不要让成年人他们的这些渴望来牺牲了儿童的权益。Thank you。好，谢谢各位。好，谢谢 KT。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张坤盛法律顾问，台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联合会。
余委员，然后各位在座的记者朋友，还有各位在座的嘉宾，大家午安哦，大家都辛苦了哈。那台北市国小家长会联合会在这边，其实在思考的点，可能跟很多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哦，其实我第一件事是我在2014年12月22号，其实我就写了一篇有关于那个，简单的说是如何保障同性恋者的基本权的文章。但是我今天却必须要重新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现在的状况会变成同性关系导致异性关系要产生受到迫害，那我觉得这个情形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哦，这个情形要先讲第一个前提，简单的说，请大家看看 PowerPoint 哦。哦，简单的说，对于同性法律关系的尊重或包容，哦，不该成为对于异性婚姻与家庭关系的潜质跟抹灭。哦，我觉得就比如说台大机械系的教授出了一个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之后，他要被异性平法被处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看得到的。所以在未来制度里面会不会导致，因为我们对于同性婚姻跟家庭的关系的尊重跟包容，而导致结果我们的宗教观跟我们的道德观，乃至于我们的言论自由，乃至于学术自由都要受到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讨论的问题。好，那请往下一章，谢谢。那哦，继续好，简单的说，本来的思考而言，这个界限等下放一下，本来我们在谈论的是同性恋者权益保护的那一个界限哦，然后跟同性恋文化的推广，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左边这个部分，我从头到尾不只是赞成，而且是极力的在努力。但是到右边的时候就变得不一样，你不能因为说我们对你们的尊重跟包容，最后结果导致对不起，我要努力的去推广那一个文化。那这作为家长的人而言，它是一种焦虑哦。我觉得这个焦虑是在的，请所有的哦在座的委员跟各政党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家长在这件事上面其实是介意的哦，是介意的。好，请继续往下哦。就同性的基本权保障的观点而言，我们不应该以多数人的意见就剥夺少数人的某个基本权呐、啊，特别是来自天生的性别倾向，这个多数家长都是认同的哈、哦。但是我们也不能倒过来说，为了少数人不想跟别人不一样，就要求别人改变他既有的婚姻与家庭的观念，甚而在他讲一夫一妻的观念的时候，用性别平等教育法来处罚他。然后因此来限制所谓的现在的多数人的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倒过来的哦。这个思考，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哦，继续往下。哦，那现在甚至进一步用强迫教育的方式，试图用此种非来自天生的人的本质，而是强制用社会化的方式，也就是用利用教育的社会化的方式训练及推广小孩。哎，你是具有同性认同的哦，同性倾向的这些行为，这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在教育小孩在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希望他去尊重所谓的。哦，多元性别的那个概念已经从尊重变成怎么样？你们必须要质疑自己，包括来自你的家庭，哦，他所对于你的理解，包括你自己从小所对于你自己的性别的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哦，远远超出了家长所能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哦，要从尊重包容变成了怎么样？企图去改变来自他们家庭跟长期自我认同的这个性别理解。我觉得这问题是必须要被正视的。好、哦，继续，谢谢，再往下。所以家长们的焦虑是因为性别平等教育法的修法产生对于我们小学教育的影响，不希望再有任何法律上的制定产生任何因为尊重同性而得接受被同性霸凌的现象再一次出现。这包括改变我们民法亲属编里面有关于法定称谓，因为我们知道这会透过教过师的编定，透过教育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我们小孩的认知，而不是只是说哎，我们没有改变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教科书会随着怎么样，它法定名称是会随着你今天政府法律的规定而因此来做改变，这跟我们所谓说没有，我们没有阻止你，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地方其实我想请大家注意，继续往下。我们的主张是让既存的婚姻与家庭的制度的法秩序继续维持，而让新兴的婚姻家庭制度针对他们的法律问题、他们的法律关系去做相应的规定。所以我代表来自台北市哦。各个国小选出来的家长会长所组成的家长会长联合会，哦，来自多数家长所委托的团体发声，我们反对将同性法律关系哦放在现行民法亲属编之中，而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法律关系，另外制定适合的专法。前提是不能限制我们的孩子经由家长所传承的婚姻家庭的观念，包括我们希望我们还是可以自由去讲我们的一夫一妻制度。我们还是自由的，可以用夫妻这个概念，用父母这个概念，用祖父母这个称谓，而不是我下次要讲的是，请问一下，
当我成为一个祖父的时候，我的小孩对我说，那个人家会问我说，请问一下你跟你二亲等的直系血系尊亲属的关系好不好，然后以后不会讲夫妻之道，而是请问一下你们配偶相处之道长，你们配偶双方相处之道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法定的名称它对于产生的那个事实上的影响是大的，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些争位不适合去做，而应该是做区别的处理。继续往下，谢谢。哦，下一个是因为孩子的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的发展是会透过社会及教育等社会化的行为而产生影响。哦，这是事实。那我们继续往下，谢谢。所以改变现有的婚姻与家庭的观念，改变会对于性别认同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一直在蔓延当中。哦，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最大的同运团体，哦，那个 HRC， 他一年用了5378万美元的预算在积极从媒体、从政治、从教育各方面的有计划要改变现在的婚姻与家庭的观念，改变对于性别认同的社会文化。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很抱歉，我们异性恋者或是我们所谓异性法律关系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经费啊，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慢慢会被侵蚀。继续往下。所以家长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啦。回到我们教育现场，性别平等教育法第17条的规定，国民中小学除了应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课程外，每学期应实施性别平等教育法相关课程或活动至少4个小时。而这里面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第13条又规定了，本法第17条第二项所谓之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涵盖情感教育、性别教育、同志教育等课程，以提升学生平等性别平等意识。请继续往下，谢谢。但是我们从九十七年之后开始产生的9年一贯课纲，一直到所谓的12年国教的课纲里面，不断的透过教科书，哦，对不起，这课写错了，教科书的编写、教书手册的编写这些手段，那我们小孩子呢，从以教育方式教导尊重多元性别的差异，消除性别歧视，已经变成了对我自己归属性别、自我认知及接受的同性认同、同性倾向的宣导跟洗脑。那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不再是基于人的本质，而发现他自己的同性倾向，而是透过媒体的散播、教育的社会化的引导，而倾向了而成为了同性的倾向，这不是我们乐见的。如果他成年了之后，经过他自然的演变之后，他发现他自己是同性，这部分我们会继续尊重跟包容他，甚至要给他更多的关怀跟爱。但是不能是怎么样？是在他还不成熟的时候不断的散播，而让他最后觉得他有不同的认知。哈，往下，我们现在孩子究竟受哪些教育？好，继续。好，是对于同性的尊重，还是推广同志？好，这是哦，对不起，太远了，看不到哈。这是特别在谈同志的入班去教学的，整个同志教育入班去教学。继续往下，哦，那是对同事的尊重，还是努力考虑自己是不是同志？往下，哦，在这边呢，他会用圈显的部分，后面小字的部分，下面小字的部分可能会不一样。他是要孩子自己去认知，对不起，你过去所谓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哦，你应该重新认识你究竟是哪一种性向。哦，我觉得这个跟过去的思维不一样哦。继续往下。不认识自己可能是多元性别，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哦，继续往下。所以他这边讲上面哦，刻板印象是，如果你只会认为两性，这个行为就是错的。你必须要有多元的怎么样？多元性别关系的认识。往下再讲哦。所以这部分，然后接下来只以同性家庭的这个行为，你就是无知的。这个是课本上面直接写的哦，都有证据。好，继续往下。哦，所以这边多元性别的尊重哦，这是内容。继续往下。但是最后我们讲一个，有没有看到心灵小语？质疑同志家庭会造成社会问题，是对于哦，对不起，是对于一直公民社会现实的一种无知。好，哦，继续往下。哦，针对恐同症分析，直接给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问题。继续往下哈，哦，那继续往下哦，这边我就不再谈，因为我们直接给标准答案，让孩子说哦，你不能有这个行为哦，给他一个分数，让他有一个认知。继续往下，哦，继续往下，都往下好了。哦，往上一点，对不起，往上面一个。哦，不能说两性哦，你必须要积极探索你自己性别多元的层次。我们现在往下一个图，这是国家教育研究院现在在上的课，教老师上的课。哦，继续往下。哦，他上了里面的课程，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的话，因为我有附讲义哦，所以你们可以看。哦，不是讲义啦，对不起，书面资料。哦，主张一夫一夫妻一妻制要被处罚，老师们的无奈。哦，往下。哦，往下。哦，这个案子大家就知道了，台大机械系考题的事情，这个一定会变成一种先例，让老师产生寒蝉效应。哦，未来歧视哦会产生处罚这种现象，这部分我们必须要思考哈。继续往下。
家庭对于孩子所受的教育应该有优先选择的权利，家长应该有啊，继续往下。第一个世界人权宣言二十六条的规定就有，好，继续往下，好，对不起。然后我跟两公约的签约里面也都有这一种思考，继续往下，我只讲最后就好了。好，所以现在受上教育，我们家长的选择权在哪里？往下面，好，这是往下啦。所以我们的主张啦，哈，我们是尊重同性的教育，但不要勉强我们只能怎么样把性别中性化，应该也同时尊重两性的教育，哈。那所以我这在版本里面把所有的怎么样用配偶替代夫妻，双方替代男女，双亲替代父亲。哦，双亲之一方取代父母，二亲等一项直系亲属取代祖父母，这都不对哈。最后一个，容许我那个委员，我只再讲一个就拉到最下面就好。哦，拉到最下面，往上一下，对不起。哦，同性法律关系不纳入民法亲属篇，没有隔离的问题，没有歧视的问题，只有对于不同的事物做不同的处理。往下只有一句话哈，第一个，我们原住民法的规定，哦，下往下，原住民法的规定。原住民法的规定有太多的法，这些都没有作为保障，它只是对不同事务做不同处理而已。相同的公务员人员任用法以外，我们有司法人员任用法、教育人员任用法，这些东西没有歧视的问题啊，它只是做不同事务做不同处理而已哈。好，谢谢。好，最后一个部分，对不起，你可以第二轮发言。好 ，OK， 好，好，好不好？好，谢谢，谢谢。OK， 谢谢。如果没有看完的，请看一下我的书面资料，谢谢大家。好，那下一位我们请焦安福小姐哈。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安普，然后我以前就是在我这两年没有工作的时光里，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大家比较知道我这个拿来赚钱的名字叫做张璇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不为了自己个人的意见而来，但我分享的都会是我个人所有的从我曾经受过的教育知识，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想要跟一般所谓一般大众，还有跟我自己所谓的就是很在乎普世价值的一般人说说话。对，然后我今天听了一整天的演讲，然后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讨论里面，在多年来的讨论里面，我也听过非常非常多其实这几次公听会常常出现的字眼。然后我记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不管是郭恩老师，然后不管是陪我们辩论的一些长辈，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父母，最常告诉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你要谨慎的使用你的语言，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使用一个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还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些约定成俗的字眼，它背后的含义由来，还有它还有可能被解释的空间。然后所以其实我想要跟我自己的听众还有一般所谓的社会大众说的是，当你对于现在在讨论同性婚姻法有这么多的疑惑或恐惧的时候，不妨永远停下来提醒自己，字眼并不代表这件事情真正的事物价值，就好像我们收集了所有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立场佐证的事实，但事实并不永远等于真相。然后这个是我今天短短十分钟之内其实想要概括的一个前提。那所以其实从字眼或使用语言的方式来说，我今天其实最觉得最想要跟一般大众讲的东西，其实是第一个，我们来讨论婚姻的本质，因为本质两个字显然其实造就了认同跟不认同对方意见的人无止境的不愿意有共识的争执。但什么是婚姻的本质呢？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Google 这个东西，应该就可以轻易的查到各式各样婚姻制度的由来，从西方世界的、宗教世界的，然后东方世界的婚姻制度。其实你一旦去 Google 所谓婚姻的制度是怎么来的，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在争论的议题就可以轻易的归纳出，我们其实是用自己想要的观点去跟对方去做争论，我们是跟我们不断在划分不同的族群，
希望我们的意见要比我们不喜欢人的意见要大声，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台湾社会是一个这么在乎事实，然后可能更希望法律总是能够服务真相的一个社会的话，那我们永远可以回头去找很多事情的根源，而根源这个东西还要再从头然后不厌其烦去看一下，就是光以台湾社会来说，在婚姻制度上面的演变这件事情，说不定可以对就是提供给我们对于现在所有的争议，关于我们的过去跟未来更好的定义，然后更好的申论空间，还有更好的看待的方式。婚姻的本质其实最早其实在东西方世界，它都经历了非常非常漫长的交易买卖的制度的历史。我相信其实从我们的我们这一代的爸爸妈妈可能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我们的曾曾祖母啊，然后我们的去往族谱来讲一讲，都可以轻易的发现，其实不管在台湾的传统社会，华语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里面，哪怕是我们现在其实在讨论的西方经验里面的社会，其实人类有非常漫长的历史，其实光为了男人跟女人的尊卑，还有是否可以被视为财产与否，已经有了漫长而且是你想象不到的漫长的争论，而中间其实有无数的人的权益被牺牲。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走到，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群婚血族婚，然后从可以跟自己的血亲结婚，到你必须只能跟自己的就是血亲结婚，因为要维持血统的纯正，然后到不可以，因为怕基因不够优良，然后再到一夫多妻，再到男嫁女娶的赘婚，然后再到其实台湾社会其实以前其实是很常见，然后对于别人来说，甚至也是一个传统的习惯，或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比如说童养媳的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民国105年，我们终于在活在一个一夫一妻制，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接受的，然后而且是被祝福的，可以自由恋爱的一个制度下。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如果去看看我们身为人类赋予婚姻这个东西的定义，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经过了无数种演变，它经过了无数种申论，它也透过了无数种人在他们的当代重新定义了多数人还可以拿婚姻做些什么。所以我们提供了就是在婚姻里面更具有对于所谓真正多数人的保障。而通常我觉得在大部分的议题里面，所谓的少数人只是相对于这个时空的少数，它不是人类历史里永远的少数，它也不可能没有变成多数的这个机会，只不过人类历史里通常只愿意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大部分已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在历史上无从记载或追溯，以至于就不被承认发生过的事。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想要提供给所谓的一般大众，一定要在听，就是听这些所有的过程，然后试图去理解我们对于法律的看法，还有提出观点之前，我们永远要为自己跟别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要去追溯我们使用的这些字眼，不管从名词到形容词，它对于人类跟我们使用的方式演变是怎么来的。透过这个追溯的方式，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事实也只是当代这十几年发生的泡泡，而不是我们以为习以为常，所以其实就从来不被祝福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其实从戒严到解严，从解严开始，其实我们也才经历了30年解严后的日子，未满30年解严的日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要一般大众其实要给予这样的议题更多的祝福跟支持，因为我们还有太多跟人权有关的，跟不是多数人跟少数人，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有可能其实也要在民法上面遇见跟我们要不断的举证，然后提出自己应受保障的这个过程有关的争议。然后它现在已经在发生，而其实我们的社会在舆论或者是在讨论的风气上也渴望这个过程发生，即使再痛苦，我都会希望我们如果要去看待真正的法律，我们就要接受
大家所谓眼前神圣的民法，它就是应该要被触碰的，它就是应该要被挑战的，它就是应该要常常像道德一样被我们拿来修缮的。它不是高高在上举的旗帜，它也不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拿着匾额砸破别人的头，只因为我们用传统文化或道德去定义过别人。因为在我所学习的教育里面，不管是老庄教我的东西，还是孔子教我的东西，还是我们所谓的历代先贤，在巩固所有传统价值的圣贤，其实还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要拿道德修缮自己看待世界的观点。嗯，说不定眼前你觉得最难受的事情，将来会变成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敢于度过，而且敢于正视，敢于讨论以后，我们敢于接受一个不自己不见得最喜欢最舒服，但它却是真正能够反映生而为人生存必须被互相重视的条件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说不定我们会为一个看似所谓混乱的年代为荣，因为我们经得起这样的混乱。嗯，然后我今天其实不为自己而来，我为了所有我认识的人而来。我所有认识的人还包括我渴望在生命中以后还要遇见的人，就为了这些人，这些人其实就是所有人。然后除了要非常谢谢你们听我说话以外，我非常非常希望所谓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曾经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歌手写过的歌，所以拿去祝福过各式各样的小孩跟家长的人，愿意听我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者说我对于这样子的看法。然后尤其是我们必须要摊开来承认，台湾其实在开始讨论各式各样人权议题上面，我们始终缺乏就是足够有这个政治智慧，还有这个熟练以及宏观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的政治文化其实也还在不断的增长，或者是在做转型。然后更重要是我们的社会教育里面，其实对于这个申论或者是辩证的过程，其实还有很多哲学的基础教育其实需要培养。我们需要更多的幽默感，我们需要更多鼓励对方，就是借由辩论所以练习的建立逻辑的过程。所以我今天要用最后一句话讲给一般人听，然后我希望我也是一个一般人的时候，这是我在我35年在社会里的生命经验教我的东西。我也会非常希望更多人愿意加入我的行列，直到所有人都可以是一般人。这句话就是，虽然法律难以改变人们的偏见，但法律不可以为偏见服务，更不可以使人们的偏见或习惯因法律而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力量。这是我们对于法律的期待，不管它是在价值上面需要我们的肯定，它也需要我们每一代重新去定义或去重新丰富它。而法律的功能既然也有服务每一个人生存的条件或生活的品质或生活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要让法律这个工具永远的跟着文化还有现象一起承受这样子的痛苦，但是要变成一个更锐利的工具，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充足的使用。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那我们现在呢，今天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已经发言完毕哈。那刚刚就是许玉仁委员他有登记要发言，那先许玉仁委员哈。主席，还有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公听会的来宾们，大家好哈。我想，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人听过张悬的歌，但是我想他表达的一个意见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我今天拿了一朵白玫瑰花来这边，是我早上出去跟同志朋友们
听他们讲话，他们递给我的。我觉得这个议题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它不应该被塑造成为一个对立，而且不分是非，而且不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东西来操作。如果这是一个制造对立和冲突的议题，请问我们会用一朵白玫瑰花来代表我们的心情吗？我很遗憾，今天的公听会从早上听到现在，大部分的反方还是用一个我完全听不懂的言论在说话，都在乱扯。你们知道你们在讲的东西全部都是 LINE 里面在乱传的一些谣言吗？你们有知道有多少人就是看了这些 LINE 的这些贴图、这些传言，一直传一直传，还说要教育小朋友？请问一下，这些资讯都错的，是怎么样教育小朋友？口口声声说把教育放在第一线，以后小朋友要怎么教？请问一下，今天的示范是正确的吗？什么叫做民法修改了以后，以后就不会叫父母，叫夫妻了？请问一下，在订合约的时候，当你订甲方和乙方的时候，你叫你的对方，你是在叫甲方和乙方吗？我们在讲的是人的价值，而不是法律的枷锁。这件事情没有必要无限上纲。还有，所有反对的言论，请你们把所有的事实搞清楚。什么叫做通过婚姻平权法案之后，所有的学校都会开放性教育，都会搞多批，所有的厕所全部都要改成男女通用？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年代？请问一下，这样的年代在这里做这样的发言，如果你自己有小孩，你没有良心，你有办法过意的去吗？什么叫做不同事物做不同的处理？我们在讲的是人。如果说今天这一群人只是因为是少数的话，我们就把它纳为特别处理。我们是把它当成次等人类吗？我们是把它当作美国当时在处理黑人议题的黑人吗？就把他们叫做公车到后面，叫他们到后面去坐。今天台湾要凸显一个真正进步社会的价值，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这个民主真正弘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性价值。当所有的言论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实的，在学校、在家长会、在老师、在课堂上面散播的时候，我们不去纠正，我们还帮忙散播，这样是对的吗？今天做一个立法委员的职责就在这里。我再次强调，同性婚姻不需要立特别法，因为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如果各位认为说德国和法国都透过特别法再来处理的话，请不要拿十几年前的资料来跟我讲，请你去看看德国立特别法之后浪费了多少的立法行政资源。现在德国最高法庭有300多件没有办法处理同志生死判断的议题，正在最高法院上诉。各位，我们要良心自问，我们在捍卫的是我们自私的那一个不愿意被别人侵犯的那个自私的心，还是我们真正的在为我们以后小朋友的思辨的教育开一扇门？如果今天以后你的小孩有一个选择，他跟别人说：“爸爸妈妈，为什么同性可以结婚？”你可以有勇气的跟他说：“爱是平等的，爱没有标签，而且如果你深爱的人刚好是同性，
法律也给你相同的保障。谢谢。好，谢谢玉然。下一位请陈曼丽委员。如果委员有要发言的，请跟我登记哈。谢谢主席。我想美女这段时间辛苦了哈，游美女委员。其实我是跟游美女委员一起共同提案人哈，她的这一个就是民法亲属篇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我也是提案人之一。那我想就是说在我跟美女委员我们认识了大概20几年了哈，我们都长期都在妇女团体里面活跃，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在妇女的议题上面共同来做一些的努力。刚刚那个段宜康委员说他好像身边没有什么同志的朋友哦，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如果是说我们是一个比较让人家觉得安全安心的环境的话哈，然后安全安心的人的话，其实会有人跟你吐露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些的想法哈，包括他是不是在性别上面他有一些的跟一般的人可能不太一样哈。那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在性别的这个议题上面走的算是蛮前面的哈，因为我们把性别呢就是 gender G-E-N-D-E-R 的这个字呢，我们是放在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还有性别工作平等法，甚至我们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有制定性别平等政策纲领。为什么都在讲性别呢？就是不断的要告诉学校的同学，还有就是说工作的职场，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两性，不是只有男生和女生，而是还有其他的。所以呢那个所以就会讲成是我们要把它改成是性别，而不是讲两性，就是希望我们同学之间同事之间我们有一个友善尊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能够让我们的同学或者我们的同事因为他的生理或者他的心理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他必须要受到同事的了解。所以呢我们在不管在教育方面还在工作职场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定义会把它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十几年来我们都不断的看到我们的法律不断的进步，然后也看到很多的系统都在做这个公务人员要学什么叫做性别工作平等法或者性别平等教育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公务人员要走在我们老百姓之前，要把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公务职掌上面都是要给它落实。所以我想不管是说在一个教育者或者一个公司的同事或者是老板，他都必须要知道我们其实在消除性别歧视这个部分台湾已经走得非常的前面。那我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很多的对于同志朋友的不谅解或者说他们有一些的不同的意见，我想可能都是异性婚姻者，如果是说你本来就有的东西你就不会想要去争取，因为呢你自然而然你就已经得到了，你何必还要再去争取呢？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台湾还有很多人因为是没有，所以他们想要争取，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会用不同的声音来告诉大家他们想要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国人的立场和态度和被看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希望回到一般的情况。那要回到一般的情况呢，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平等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有的人会说我好像我的身边并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存在，我想就是如果说你是让他害怕的话他不敢告诉你，那我们当然也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当他想讲他就可以讲，当他不想讲的时候他就可以不要讲，我们不要去勉强他，他一定要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说你的身边没有，如果你的身边都没有同志朋友的话，我想可能自己要检讨一下是不是你的态度让别人害怕不敢在你面前揭露。其实我曾经看过中央研究院他有一篇的报告，他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社会呢至少有4%的朋友他是属于同志，4%。那我算了一下，2300万的4%是92万呢，92万的人他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来过日子呢？我就想到了一部电影，李安导演有一部电影叫做《喜宴》，我相信在座很多的朋友都看过《喜宴》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李安大导演所导的。《喜宴》里面的男主角，他就是为了不敢让他的爸爸知道他是同志，所以他就去假结婚。然后呢，当然后来他爸爸是知道了，因为这样子的朋友，他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他不敢说，所以呢，说不定他也要去做一个假的动作来蒙混世人。可是呢，你觉得他这样子他会是快乐的吗？当我们台湾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性倾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同理心，要能够了解他们，甚至要让他知道我们其实是支持他回到一般人的身上，回到一般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让他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的法律上面能够获得他应该要有的权利，也要应该要有的尊重。所以我还是再三的强调，我们已经有性别的观念了，而且性别的观念已经落实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还能够更往前进一步。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讨论它是一个终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能够在这段时间可以给画上一个句号。那如果是说我们大家都能够支持少数人他的需求，他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就真的认同他们，给他们应该要有的权利，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自由和民主的可贵。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那个这个法务部呢，我们现在请政府机关代表来回应，那每一个是五分钟。那现在想要第二轮发言的请来登记哈。好，那第二轮发言一个人三分钟哈。好，那我们现在请法务部这个陈次长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法务部本人及我的同仁呢，在这里聆听了也第二场的公听会。那这通过公听会呢，能够让不同意见者能够把他们的意见讲出来，这也是台湾民主法治进步的地方。那有关于本次公听会所提的三个议题呢，我们已经有书面，我就不再特别的一一的赘述。那关于上个礼拜，我们也请各机关提供的有关可能透过修法治法会影响或修改的法令来会诊的部分呢，因为各机关目前今天是礼拜一，会诊回复的情形还不完整，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提出报告。那关于收养子女的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那目前呢，因为我们的民法就是规定同那个收养子女呢要为子女最佳利益，同时由法官综合考量，这一部分的话呢，那也可以再做这个详加的研议。另外呢，法务部的基本立场早上我也概述过，对于平权的保障要平等，不剥夺，不歧视，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我们今天公听会呢应该是大多数共同的看法。所以呢，基于在这种前提之下的话呢，法务部也认为说一定要保障这个我们现在的传统所谓的同性恋者等等。至于透过什么方式的保障，基本上呢法务部仍然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希望透过大家的意见、委员的意见、各界的意见能够来取得相关的共识。所以呢，法务部对于修法或是制定法律等等呢都没有特立异常，也没有所谓这个已经拟出同性伴侣法的这种说法。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理性的探讨那不要给不同意见者贴标签另外呢，也希望能够进行透过这个理性的对话来消弭焦虑。我们期待呢能够说服不同意见者在这各种不同的光谱中呢，寻求交集来避免社会对立，对于我们整体的社会整体的制度呢，才能够趋近于祥和减少彼此对立，让法律呢能够更加增进。以上报告，先敬请大家指教。好，我们谢谢法务部。那我们现在请司法院回应。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啊，各位女士先生，那么以下呢，仅代表司法院呢，就今天的讨论提纲做简要的说明。那么详细的我们也准备了书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同性婚姻的各种立法模式哪一种是比较能够落实宪法平等权的保障，还有呢这个立法成本的效益的分析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关于婚姻平权这个问题，到底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啊？那么在我们书面报告也提过，那过去公听会还有在审查法案的时候呢，法务部也归纳了各国的立法模式每个国家都根据他自己的社会的需要那么制定各种不同模式，那么都有它的利弊那么到底哪一种是比较对于宪法平等权保障呢比较有利呢？其实要看法案的内容法案的内容。那么一般算，如果说以我们过去审查会所提出来几个版本来看呢，那么在立法技术上司法院是认为有委员的是比较简单比较不会挂万漏一不过就民法来看呢，民法它主要规定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那么如果涉及到其他的领域啦，比如说像医疗啦、保险等等啦，那民法呢就没有特别规定。那么其他的特别法呢都搭在民法的概念上面来，所以在立法的模式上面呢，如何来选择，那么其实是一种政策的考量。那么这一点我们再三向大家报告，我们完全尊重这个主政的法务部还有这个立法院的立法选择的模式。那么将来如果有具体的立法模式出来，那么我们再就新的立法的条文表达司法院的意见。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目前的这个收养呢，如果是同性婚的情况，对儿童的会不会造成不利的情况那么尤其是说在原来已经有这个已经有收养子女，那么后来同性婚以后呢，如果不让这个另外一面呢，也一起收养，会不会造成对儿童不利其实这样的问题呢，在异性婚一样存在换句话说，在异性婚里面呢，虽然配偶如果有收养子女的话呢，那么应共同为之也可以呢收养他方的子女。不过呢，即使在异性婚到底是不是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呢？一样呢，要由法院呢。就个案呢来加以审酌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婚姻平权的问题是不是将来修法通过以后呢，如何来面对撕裂米平伤害跟恐惧我想刚刚有几位学者专家也就这个问题提出看法，那么司法院的见解基本上也一样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最重要就是同理心那么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非常理性的来思考。那么同性的关系这种同性恋的关系其实在社会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如何很理性的，那么以同理性的立场来彼此看待我觉得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那以上报告，请指教。好，谢谢司法院。下一位，我们请卫生福利部。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午安。那卫福部这边就收养的部分来跟各位做简单的报告。那因为现在收养是依着民法跟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所以目前如果是同志身份的民众，只要符合民法跟儿少法的相关规定，都可以办理收养。只不过现在民法规定的共同收养是要以婚姻关系为前提，所以同性伴侣他没有办法比你配偶办理共同收养或继亲收养，他只可以办理单方收养。那法院在审酌被收养儿少最佳利益的时候，都可以依民法跟儿少法的规定，命主管机关
儿少福利机构跟适当的团体跟专业人员来进行访视，那提出访视报告跟建议来供法院裁定认可参考。那我这边想要补充说明一下有关于我们现行呢、针对无血缘关系的一个收养。那因为收养它是以法律来创设血缘关系，所以收出养它基本上是以为孩子找一个最适合的家庭为目标的一个儿少福利制度，所以可以让没有办法在原生家庭中获得适当照顾的孩子，他有机会可以透过法律跟非血亲的成人建立永久的亲子关系，而且他可以在家庭中来成长。所以我们目前的收出养，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一个亲权跟身份的变更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建立有完备的一个收养程序跟严谨的专业评估来审慎做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现在的收出养媒合服务的一个管理办法里面就已经有提到收养人的一个消极资格跟他的一个积极资格，而且不得对收养人有相关歧视的一个限制。那目前整个收养的程序是非常严谨，他不仅这些收养家庭要经过审查，而且他还要登记参加亲子准备教育的一个课程。那接受整个评估审查之后，评估他的一个所谓的身心状况、人格特质、经济能力跟被收养人的年龄差距，还有他的一个饲养这个孩子的一个状况、共同生活的一个情形之后，那我们的专业团体会做出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性的一个评估报告给法院。那完成了法院的裁定认可收养之后，我们的专业团体还要追踪辅导这个收养家庭3年，了解这个孩子的一个收养状况，然后同时也协助这个收养家庭提供相关的一个支持性的服务。所以如果这个家庭能够发挥整体的一个功能，那原则上它就可以满足孩子成长跟发展的一个需求，自然可以维护跟保障孩子的权益。我想卫福部的立场仍然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以上报告。好，谢谢卫福部。好，那下一位我们请黄国昌委员发言。那因为登记第二轮的有8位，所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中间不休息了。那想要上洗手间的就各自离开，谢谢。谢谢主席哦，我本来是没有想发言的，因为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立场跟态度蛮清楚的。那只不过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听到一些我自己过去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内难以理解的观点啊，或者是言论，那想说利用第二轮发言的机会啊，稍微丢出来，那或许参与这个公听会很多学者专家、各方先进的团体代表，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管机关啊，在法案开始逐条审查以前，那都可以回去啊再做一些 homework。那我必须要说哈，就是说作为一对子女啊的父亲，我对于以子女的利益的观点，然后反对同性婚姻这样子的看法，我自己是蛮难接受的了，因为这似乎在暗喻着说，我作为一对子女的父亲竟然支持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是不关心我小孩的未来，不关心我小孩的教育。那其实我对于这样子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啊哈是觉得蛮被冒犯的啊。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言论啊，不管它再奇怪，都是一种言论，那都在考验着这个社会啊，整体上面我们整体的公民啊，真的理性思辨啊的能力。那我想要抛出来的一些，就是今天啊，不好意思，我再利用一个机会再讲一下，就今天那个书面资料，不好意思，因为我早上在财政委员会要审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啊，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今天出委员会了，所以我整天都待在财政委员会那一边审这个法案。那前面有一些先进的意见，我没有读到，我刚进来把那些书面意见稍微翻了一下，
25页有一个代表说，虽然黄国昌委员因为我被点名了，一直挂保证同性恋不等于性解放，但是同志彩虹旗第一个颜色就是如何如何，性解放不是运动，也是最终的目的。我在想，今天立法院目前在讨论的法案是要不要承认同性婚姻，要不要给同性恋的朋友跟伴侣们，然后享受婚姻的制度保障，这跟性解放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目前在讨论的法案是不是好像似乎也不是要通过一个性解放的专法来处理这样子啊的议题啊？可能在论述的层次上啊，就出现了我刚刚说，以我有限的知识程度，实在很难理解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言论啊。那不过我们大家都是用最包容啊、最宽容的心态啊来看待这些言论啊，透过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啊来做处理。那我其实想要问的事情哦，是第一个事情啊，是说我们回到那个子女最佳利益的保护啊，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学者，所以我自己看过的一些 research 的 paper， 在我的印象所及，因为我大概这件事情我有做比较多功课的，是在2年以前，那这个问题开始浮上台面的时候，那我把美国那边相关的文献看一下，那整个的研究最后的结论啊，是我并没有看到幸福的证据啊，说同性的伴侣他们在收养或是教育子女的时候，会对于子女未来的人格发展，甚至上面人生的成就，会导致比异性恋的伴侣或者是配偶来去教养子女，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冲击。那最起码我自己在2年以前比较负责任的把一些研究的文献大概很详细的看完，我的形成的心证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晓得说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或者是包括我们卫福部法务部的代表，那就相关的研究是不是有进一步啊的 update。 那第二个是啊，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今天与会的代表对于啊，就异性恋的父母离婚了以后，异性恋的父母离婚了以后，在传统上面所谓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小孩，他们所造成的负面冲击的影响，是不是有一些有系统的研究？那如果说跟我们一般传统上面的概念的想法是一样，就异性恋的婚姻破裂了以后，对子女的教养会造成相当大负面的影响的话，那在子女最佳利益的考虑下面，不晓得今天所有与会的代表会不会认为立法院这边立法委员应该要进一步的去严格限缩啊有关于离婚的要件，那从以前的过失婚走向破绽主义以后，是不是觉得要走回头路，甚至为了子女的最佳利益啊，我们可能根本要禁绝啊，一旦走入进婚姻之后啊，根本要禁止离婚这种形态的出现。那第三个部分呢，想要请教的问题是说，我大概可以了解不同的宗教对于婚姻的本质跟看法都有它不同的内涵。那我不知道与会的专家学者啊，是不是会赞成说啊，我们针对不同的宗教里面的婚姻啊，通通来定一个专法，就是说啊，某某宗教的婚姻专法。那在这个专法里面啊，把这个宗教里面啊自己的教义，那对于婚姻的看法全部融入啊，变成法律啊的条文。那到时候如果有不同的信众啊，再按照不同的婚姻专法的方式啊，来予以进行啊规范，然后用这种特别法的方式啊来予以啊处，用这种特别法的方式啊来予以处理。那以上啊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我自己心理上啊都有答案了。那只是我抛出这些问题啊，想要再听听看看各界的看法，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的时候啊，作为答案啊，是作为在检验自己啊，面对有关于同性的婚姻要不要修民法的时候，其实是蛮好的一块试金石啊。在试的是什么？在试的是你到底反对的是什么？那你到底坚持的是什么？那还是说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啊，来包装在心里面最深层，但是却不愿意承认的歧视？谢谢。好，下面我们就进行第二轮的发言。首先，登记第一位的张坤胜啊，张法律顾问，一个人3分钟啊。哦，尤委员，
各位委员，还有各位长官，还有各位与会的学者，还有那个记者朋友，还有同仁，大家好哈。那我讲几件事。第一个，当然黄国聪委员走了的，我觉得有委员是辛苦了啦，因为发现我们攻击的对象都是许育人委员哈，结果都往有委员出来挡哈，这个我觉得要帮有委员抱个歉哦，因为我觉得许育人委员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是真的进入那个教育现场。第一个，我们现在台北市就有国中有22所友善厕所，国小有1所，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而且已经通过预算要开始做了。通过预算哦，所以我觉得他是不知道教育现场的哈。第二个，事物的本质说穿了就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做不同的处理。接下来我要谈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很宪法了哈。第一个，基本权冲突的解决模式有好几种，最好的方式是让两个基本权利，对不起，我开始讲宪法，两个基本权利都可以获得最大实现。如果我们可以让两个基本权利彼此不互相怎么样，都不互相冲突，让他们两个基本权都可以获得实现，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来做，而选择一定要是用 A 基本权来侵犯 B 基本权的方式，让 A 基本权获得实现？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一直赞成专法？还有第二件事，我们还要强调，家长会这边始终都没有意识是反对所谓的同性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为什么用法律关系？是因为这个部分还要再厘清，所以我不能用一个具体的名词，因为有人叫伴侣关系，有人叫婚姻家庭关系，这样性的法律关系，他应该去另外去做处理哈。但是我其实想要讲，我刚刚在讲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看我的那个书面报告的11页最后面，其实我是对于同性关系者做的呼吁是，同性关系跟异性关系，因为他的家庭关系不同的地方，包括婚生子女、血亲、亲属关系方面，有太多法律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开立法反而才是对同性婚姻的规制最为有利。所以我觉得应该思考是这样，而不是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条文放进去。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们改了106，我们改了婚生子女，后面就不改了。那其实后面10342条要改，往下应该全部都要改啊。那我们也没有改，这个问题是在哈。那接下来是，其实我觉得请特别是执政党啦，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包括那个立委们要去做一件事，去看一下从同性伴侣法跟同性婚姻法等等的立法以后，外国的后续效应是什么？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问题解决掉，才来做我国的立法，而不是我们急着做我们的立法，因为他们的问题以后也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提出的法案里面有包括把他们的问题解决掉，然后来立我们的立法，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哈。那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叫子女最好的利益？其实我本来想要跟黄国章委员讲一句话，拜托他来当家长会长以后，他就会知道了。因为太多离婚的父母亲为了小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当了家长会长之后，一切都会理解哈。那以上报告，谢谢。好，下一位请许木燕教授。是不是可以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然后第四点那个到 PowerPoint 那边。我先一开始，先要为一件事情道歉。我想我今天早上在讲的时候是带着情绪的，因为我想到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在谈法了，我们还在谈对这个公民的权利，我们却都故意在忽略。我们不是来这里，我不代表长老会或是教会来讲教会的意识形态或是信仰，我们这里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法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它变成是说这是你信仰的问题，啊，这是他信仰的问题啊，说各说各话，我们要对话的。那我就想到很多的艺人，他因为有批评有不同的意见，他就被霸凌。然后我在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学校的老师、我的同事、我律师的朋友，他们就耐我，就说啊，徐老师，你这样子出来很危险。因为你这样讲政治不正确，会有很多人来攻击你。我说我知道，我看到那些艺人我就知道了。你知道吗？我刚刚今天下午我在那边2点的时候，我就收到4封 email。你为什么不辞职？你为什么在讲那个话？完全没有理性的讨论，就发生在我身上，就发生在这个现场。各位，谁是弱势？谁在霸凌谁？谁在歧视谁？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的沉默的大众，因为害怕不敢站出来，怕被贴标签。我刚刚听到很多的委员，包括黄国昌委员，包括许委员，我觉得我很担心这样的人对基本的法律的概念那么不清楚，竟然在当立法委员。
而且特定的立场抓得那么紧，偏听没有办法能够去周延的看到。不要用攻击性的语言，请你把你的意见讲出来。所以我要谈的是，我要讲说，刚刚听到陈世豪牧师在谈到他对长老会的事情，长老会在2014年就有一个牧函，他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是反同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并不是站在这个立场在跟大家说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公民权的讨论。所以我刚才提议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私下在我旁边其实都是跟我不同立场的这一个学者专家，我们也可以互相的沟通啊。那我只是提醒说，如果你真的要争取那个性忠贞，彼此间愿意真的进入类似婚姻那样的关系，我们非常的尊重的。所以你要先用这个方式，你要先去让社会当中消除那样的疑虑，然后呢，你要能够去排除这些性解放运动对你们的干扰跟利用，你这样的你的目的就能够达成了啊。然后最后我下一章，再下一章啊，这个是我们对民法跟专法的意义。再下一章，我只讲一点，齐头式的平等不是真平等啊。那男女的厕所应该不一样大，因为男女的差异你要尊重，你才能够让女生多一点厕所可以用。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陈一倩教授。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想要就是提出这以下三点哦。第一个，我还是很想要提醒那个刚刚那个张顾问哦，提醒我们这个一起在海德堡这个读书的那段日子哦。这个法律规范毕竟还是有不同的规范系统哦。那个我们现在今天在讨论是民法，那我知道家长有对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有非常多的忧虑哦。我刚开始还觉得你可能跑错场了，但是我明白你那个忧虑，可是。可不可以放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我不太了解。你看，刚刚那个张老师他的第一个title 是说，去肯认同性的性倾向，其实不代表应该要破坏异性恋。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这个意思哦。那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最后一张 PowerPoint？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家庭，倒数第二张，对，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哦。我们目前哦，其实如果大家愿意睁眼看看哦，在台湾在地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家庭的形式。那目前法律受到法律肯认的，其实中间的那个就是必须一男一女，然后一生一世。对了，我们进入那个结婚的时候其实是这样。那可是你现在去扩展、去修改民法、去扩展肯认其他形式的婚姻，不应该会对原先的异性恋家庭造成威胁才对。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那边他所说列出来的光谱，你还如果你是男性，你还是可以继续为男性啊；你如果是异性恋，你还是可以继续为异性恋啊。我觉得那里面可能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差，那我很愿意，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啊。那第二个是说，民法的修正也不会影响宗教自由哦。刚刚黄国昌委员提了一件事情，他说那要不然就是让各个宗教自行去规定。其实黎巴嫩就是这样规定的，黎巴嫩承认18个宗教，结婚跟离婚交由各宗教自行去规定哦。那所以造成一个什么现象？他们要跨宗教结婚的时候，就必须要出国结婚哦。所以这个爱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各位哦。那目前我们的民法其实修正不会影响宗教自由。那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异性恋的霸权跟我想要沟通一个观念，异性恋霸权跟异性恋本身是不一样的啊。譬如说我们在谈黑白种族歧视，我们不是要去这个责怪你生出来是白人，或者是我们现在谈异性恋霸权歧视，不是要责怪你作为异性恋的本身，不是的，我们是在针对制度这个文化的预设、社会的安排哦。那今天这个法律如果可以照这个尤美女委员的这个版本，或者是其他两个版本的话，它其实某种程度是肯认目前的家庭形式，然后扩张大家对于家庭形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认可。而且呢，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同样的事情，相同之处理哦。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看一下，说它的那个分类基础是什么。在场的各位有一半的人有子宫，或一半的人有这个阴茎，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会阻隔我们一起参加共同这个公听会。同性的这个伴侣跟异性的这个结婚的伴侣，在这个
建立家庭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除非就是说我们去想说，好，那如果是以生殖为目的的话来做区隔，那这样子很抱歉，我自己本人也是那个就是异性恋没有生小孩了。那如果我无法 perform 这个生殖，难道我就不可以结婚吗？哦，所以我觉得那个事物相同的事情要相同处理，这件事情也必须去看到是在哪一个特定议题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哦，那就以上，谢谢。好，那下一位请陈思豪牧师。大家好，我教会的干事哦，干事小姐下午 LINE 我说我们教会电话被打爆了，然后他说从上个礼拜开始只是来抗议，他说今天根本是直接开骂了，而且交代一定要跟长老执事说要把我赶走。其实如果我离开古亭教会，我绝对不会是这个议题。如果离开古亭教会，一定是我是一个烂牧师，好，我品德不好。我说过了，这长老会的气质，我不代表所有古亭教会的会友讲话。虽然我是古亭教会的牧师，虽然古亭教会里面很多会友跟我一样的想法，可是仍然有一些会友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不代表他们。可是呢，我们仍然在同一个教会，一起敬拜上帝，一起生活。我跟各位讲，我也不代表我的家庭。我们家那老三哦，小六，每两天就跟我吵架，这个同性恋议题，他不听我的。刚刚那位美国来的那位小姐，她提出她的数据量很庞大，我是不晓得有没有听错，她说1.6 billion， 他是说1.6亿嘛，是不是？他说 million， OK。其实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所谓的同二代，他们的表现情绪上面当然会比较不好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的同性恋父母没有这个能力教养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缺乏父爱或缺乏母爱，是因为这个社会仍然歧视他们啊。是因为他们的同学们、他们的师长们让他们也受到压力，怎么可能他们的表现会正常呢？所以他的数据、他的取样量越庞大，就越证明这个歧视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去规避的、我们要去改变的是我们的歧视，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正常的异性恋对他们的歧视。我可以想象，台湾不会只歧视同二代，台湾歧不歧视单亲家庭的孩子？各位，我请问，台湾歧不歧视隔代家长的孩子？台湾有没有歧视那个外配家庭的孩子？都有啊。所以重点不是因为他是同二代，重点是因为我们在歧视。所以我们要去努力的去减少的是我们的歧视。所以现在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有开始做这些改变，我们害怕了。难道我们是害怕以后不能再歧视吗？不要把婚姻当成是异性恋专有的。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同性婚姻法，我建议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个异性婚姻法，这样就有平等了。好，下一位我们请王子豪牧师。啊，大家平安吼，那大家也辛苦了。那这边啊，想要跟大家讲，其实很期待，就是透过这样的公听会，大家能够听下彼此的一些想法啊。所以其实大家理论非常多啊，其实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对我来讲我也没有听得很懂。但是其实朱平先生所讲的啊，我很感动哈，特别讲到那个奶奶的事情哦，其实心里面真的。虽然可能意见大家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彼此感动的哈。那其实我上来只是要再补充一件事情，可是好像很多新闻记者都走了。刚刚应该在那个张璇小姐报告的时候，我来讲哈，就是其实今天的第三点很重要，就是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分享，但是我一开始有讲到，就是其实我觉得要让这整个不管是歧视还是彼此看法还是对立，我觉得新闻媒体记者很重要。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公民记者。因为当我们一直都报道两边很对立的时候，其实对整个社会不会有帮助的。就像我们蓝绿的
议题的时候，你去那些网络留言、雅虎留言、PPT 留言，有时候骂那些外省老辈被骂得很难听，有一些啊那边骂这边也都很难听。但是如果我们都去揭露那个最难听的，其实那都是一小群，很小很小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只是一直想建议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社会更和平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去报道那很极端。当然，如果有些言语确实需要报道出来，而让它有所节制啊，这个是好的。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报喜不报忧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很少的一些人，那我们不断的去把那些很少数的人的仇恨去把它扩大，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很多议题上都是这样在炒作。那我觉得在这边真的是啊，一点点的恳求哈，不管我们站在哪一个立场，我觉得新闻媒体确实可以带来我们社会很大的影响。那这一点也是我今天听完以后，然后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徐志云医师。大家好。那今天段委员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话，其实是要澄清事实，所以有关于一些医学研究的部分，有一些我们可能需要质疑的地方，在这边提出一些澄清。那今天有好几位，包括像是王子豪牧师，包括像是一些像是徐三静医师，有提到一些关于医学上所谓的研究。那我特别要提的事情是，在医学在科学面前，我们要保持谦卑，我们不能够说超过我们研究证据所能讲的话。例如今天他们所提出很多证据里头，倾向想要把所谓的性倾向的原因归咎到所谓后天身上。事实上，目前的确关于性倾向的成因，科学界所知还非常非常有限，只能知道大部分的证据可能倾向于先天影响较大，而支持所谓后天改变论的证据，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可信的证据。好，所以如果一直去攻击说所谓先天倾向的原因这件事情的证据不足，而想要把它归咎于所谓后天的倾向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于科学上的一种过度夸大的状况。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科学的命题是要非常小心的。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探究的是所谓同性恋的成因是什么，其实目标就是希望把同性恋打为跟异性恋是不一样的族群。正确的科学定义的问题应该是性倾向的成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尝试想要找出同性恋的所谓成因，我们更应该探讨的是那异性恋的成因是什么，这样才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一个命题。那我们更要想的事情是科学对于生活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不断的想要去找出所谓的同性恋成因，似乎好像要说，如果同性恋是100%的天生的，我们才能够接受它。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找，如果一个人他喜欢当律师、喜欢当医师、喜欢摆地摊、喜欢当牧师或喜欢当家长会会长，我们都要找出成因才能够让他们去做这些职业呢？所以我们在考量所谓科学研究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背后所带的价值观，这是需要澄清的一点。另外，在目前医学上最受到尊敬的最顶尖的医学杂志，所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简称 NEJM， 所有学习医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杂志。它分别在2014年跟2015年都专文支持同性婚姻，就是因为同性婚姻对于社会健康，尤其对于同志族群及相关亲友的健康都是有所增进的。而在3年前，我们也发起了精神科医师支持婚姻平权的联署，有200多位的精神科医师支持，也是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深切的了解到，同性婚姻的通过是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健康。最后我要讲的是一位基督徒家庭，他们对我所做的分享。她是一个30岁的女性，她是女同性恋，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才跟她的妈妈、她整个基督徒家庭达成和解，而她的妈妈才知道说女儿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可是最近的对话过程当中，在最近的讨论当中，出现了太多伤人的字眼。她妈妈跟我讲说，为什么他长期信任的教会要这样子伤害他的家庭，甚至有许许多多恐吓性的或者是污名性的一些谎言来伤害他的家庭。他说他的女儿终于要臣服在所谓的传统的婚姻价值当中，希望能够跟异性恋一样得到一样的婚姻价值。为什么要有所谓的同性恋专法？难道更多的婚姻制度真的是比较像传统的婚姻价值致敬吗？这是这个基督徒家庭所做的分享，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最后一位李怡清教授。好，各位好，我也是要来分享一下研究方法上面的一些这个回应哦。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家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些忧郁症的患者跟一些没有忧郁症的患者相比，就算不是随机的样本，他们之间在情绪的调整上面会不会有差异？我想大家应该会同意是会有所差异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即便在研究里面不见得能够找到代表性的样本，我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研究的证据显示说，这个同性恋
同性伴侣跟异性伴侣的家庭关系样态没有差别，是这个可以参考、可以相信的。因为呢，这个应该讲说要能够抽取代表性的样本，就是要一个所谓的 sampling frame 啊，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抽取这些样本的指标啊。那我们目前呢，国内没有任何一个统计所有同性恋的这个指标啊，这样就没有办法从中去抽取出样本。那难道说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上面不可行，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权益就要受到剥夺吗？我一再要强调的是，当你要排除一些人成家的权利的时候，你必须要提出足够的证据来排除这些人。像我刚刚所分享的，像是忧郁症的患者，他也有成家的权利啊。那另外我也要提到其实大型样本呢，很多都需要有这个资金雄厚的这个金主来这个支持哦。像是各位可能有看过报纸的话，应该可以注意到说，像过去哦，在1970年代，就是过去的时候呢，有糖厂哦，这个支持这个很大型的样本哦，然后来说明说这个糖对人无害哦。后来现在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的哦。那刚刚呢，有一些这个与会的人士呢提到的某些的样本呢，其实就是属于这种所谓特定宗教背景所做的大型样本，包括 Dutton Allen's， 包括 Dr. Silence 跟 Ragnaros 都是这样子的样本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这个国外的这个与会者、哦、分享的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Adolescent Health， 在这个这个样本里面呢，我刚找到的摘要也是讲说呢，在这个同性恋跟异性恋伴侣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表现其实没有差异的，重要的差异就是符合我刚刚所讲到的家长的关系样态。如果你的关系好的话，愿意陪伴孩子，愿意照顾孩子的话呢，那么孩子的表现就会良好哦。那这些呢，也符合我自己在国内的研究发现，以及到国外去申请大型研究样本，而且只锁定在华裔的样本里面去看孩子的这个就业表现以及职业声望上面呢、哦，都是跟异性伴侣没有差异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各位呢在参考研究的时候呢，要有那个敏锐度，知道那个研究的这个赞助者到底是谁，研究的这个研究者他是不是有特定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资料的呈现呢、啊，是不是能够确切的表示说呢，同性伴侣的家庭不值得得到这个成家的权利？谢谢。好，谢谢李教授。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与会的专家学者的发言，那都已经发言完毕啊。那其实聆听了今天一整天，我们不管是正方或是反方的这些的言论当然呢也是就是各说各执己见。但是这里呢有几点要呼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可以理性论辩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希望所有谣言、诽谤、抹黑的言论应该要下架，不应该再以这种不实的这些的言论再去造成社会的对立跟撕裂。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说，所有任何攻击的语言打到不管是正方对反方，或是反方对正方，请大家停止各种攻击的言论，也不要再打电话或是再用各种的这个 email， 然后用那种非常攻击性的语言去表达您的意见。我相信这两天的公听会，所有正反的意见应该是已经充分的表达。所以呢，我们希望是说，社会应该是接下来要大家理性的去面对我们这个法应该要怎么样修，让这些的同志群体能够受到我们法律上一样平等的一个对待。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一些的言论是跟性别平等教育法有关的，在这里要澄清的，学校的性别平等教育是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的规定，对于老师的教材跟给同学的课程的课本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把给老师的教材、教师手册当作是给同学的课本的教材，因为老师是成人，老师是必须要了解各种的资讯，因为今天年轻人，尤其我们的小朋友，他们透过这种资讯的一个传达，快速的资讯的传达，他们得到各种是是非非、正正确、正确不正确的各种资讯，所以他们一定会去请教老师，什么东西是什么，
如果老师对这些的资讯完全不清楚，一问三不知，只是用道德性的训斥，是没有办法替 学生解惑的。所以为什么在教师手册里面会有各种正反的各种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只是让老师知道社会上有这么多的次文化，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用学生能够了解的语言去替学生解惑。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像说在法官他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做入诸，他如何去处理性侵害的案件，他就变成一个恐龙法官。所以呢，各种的不管即使是性解放的言论，你都必须要知道那是什么东东，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对同学做解释，你才有可能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同学。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去澄清，台湾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所以所有的言论从最保守的到最解放的全部都在我们台湾这片土地上发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尊重，所以性解放的言论并不等同于就是同志的言论。所以呢，我们尊重所有的言论，但是不能够过度的简化就把它套上去说，所以所有的同志都是性解放。那另外同样的宗教自由，我们在台湾是全世界宗教最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的教义去强行加诸在跟你不同教义的不同这个宗教的这些的人身上。所以台大的案件或是辅大的案件，这里面所面对的其实就是你超越了这个宗教你的自由，你把你的教育去强行加注在其他不是信奉你宗教的这些人的身上，并不表示说你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宗教的自由，没有你去传达你教育的自由，这是错误的。所以就像说我们所有的教会学校，你不能够强迫所有的学生都去抢强迫他去修习你的教义，但是你可以开设所谓的选修的课程，让信奉你的宗教的这些的同学、这些的学生可以去修你的教育的课程。所以再一次重申，台湾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请大家互相尊重，不要互相扣帽子，也不要互相的抹黑。我们希望借由这两次的公听会，让大家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也听到了不反对是什么，也听到了他们的焦虑是什么。那我们请大家不要再担心，我们立法院我们绝对会把关，不会去伤害任何孩子的最佳利益，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享有宪法上平等的权利。所以未来我在这个礼拜我不会排审，但是我在这个会期一定会让我们的民法这个修民法这个一定会出委员会。那如果有立特别法的、有立专法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委员都能够在这段时间内尽速的提出来，让我们这些能够一起来讨论，那是不是能够也并案出委员会，那这个部分就看整个事件的一个发展。那我想整个一个公听会的一个这个举办呢就到现在这个为止。那非常感谢大家所提的这些的建议。那今天的发言那到此就告一段落。那所有的发言跟书面的意见呢，我们都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公报，并且制作公听会的报告，送交本院的全体委员及本日出列席的人员参考。那本次公听会就到此结束，那谢谢各位，那我们现在散会。